我们继续开会哈，接下来我们请古拉斯委员。主席好，首先要感谢主席哦，有特别的考量到委员的忙碌哈，把时间提前到两点，再次的感谢赵委。我们来请部长。来，请部长。部长您好，内政部其实业务很繁杂，包罗万象。那么，尤其现在台湾的汛期快到了，梅雨台风的季节如果一来哦，您带领的这个内政部可能要赶快绷紧神经，因为台湾最脆弱的一面、最赤裸裸的一面哦，就要面临很多考验。不知道部长您准备好了吗？从上任到现在都一直秉持过去的基础啊，那能够鼓励大家，真的是要面对现在。这个多风险的社会、那对于灾防啊，随时绷紧神经啊，随时准备好。其实您以及您所带领的内政部，在原民的眼中是另外一个原民会，你主管的业务都直接冲击原民的生活。那你可能会觉得说，你管的业务当然跟全国人民都息息相关呐、原住民也是国民啊，吼，当然都一样啊，跟客家人、侯洛朗有什么不一样？那当然跟新住民也都一样，没什么不一样。但如果您真的如果依照人口比例原则去看的话，您就会发现，您主管的原民的业务，可能相较于在内政部所有的业务里面，可能是小小的一点的业务或是预算，但是呢，它冲击到的人口的比例。却冲击到了大部分原民的生活，那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内政部、其实在原民的世界里面，你等于是另外一个原民会。那您的重要性不亚于原民会的主委，不亚于行政院长，因为您主管的业务跟这个原民息息相关。那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跟您一一讨论各项业务的内容，还有过去这几年我所看见内政部相关原民的业务出现到了一些问题或是一些个案。不过还是想举一些例子哦，来跟内政部的同仁还有部长分享。例如，我们来看您稍早的报告哈，或是书面的报告有提到，您民政业务里面的殡葬业务，这个是内政部主管的嘛哈？我们看到主管机关是内政部，多年来是原民的困扰。因为根据殡葬法，您在地方的这些县市政府，他如果不愿意松绑山区墓地的取得。原住民族地区其实很多是林地嘛，好，那甚至水源地，那下游也是很多下游非原民地区饮用水的这个水库的集水区，所以我们现在殡葬法对公墓的要求，它没有办法跟原民先天生活的天然景观或者是 后天的这个法律来配合，例如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看到。他可能必须有不能这个有这个什么河川工厂矿场啊等等的之类的，那就会跟原民的传统信仰冲突，因为他可能就会限制原民不能土葬，好，那要原民去火葬，这个是挑战千百年以来的生死观跟传统，所以我只说这只是一个例子，好，就是说原这个内政部的业务其实是跟原民行刑相关，不是跟原民无关的。那另外，您的书面报告也有提到，说您要提升户役证资讯系统的效能。哦，您主管的户证业务多年来让原住民族无法顺利回复自己的传统姓名，不晓得您知不知道，姓名条例出现很多的限制，这个是我们的国家以制度面来打击原民，让他。想原本想要放弃汉民取回原住民族传统民的这个意愿会饱受打击，例如到现在现有的户政系统依然坚持逼迫原住民族使用汉人看得懂的汉字来登记姓名，我们看到大部分原民看得懂的拼音字，例如我的名字用这个罗马字拼音字，连立法院都可以接受，在很多的议事录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登记发言的这个看板上都看到这个现在的苏院长愿意使用罗马字来登记我的名字，但我们的户政系统不能接受，我们的身份证就是坚持说要用汉人看得懂的汉字来登记身份，所以我个人的身份证到现在都还被户政司要求说只能用汉人看得懂的汉字来登录我的姓名，尽管我们使用的罗马字已经被政府公告
尽管我们这一套系统都已经在学校哦，老师拿着这一套的系统来教小朋友传承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的身份证坚持说要用国字。但我要告诉部长，我们的国家甚至没有一条法律规定中华民国的国字是汉字哦，没有一条法律，在座有很多的法律专家，但是内政部长年以来的户政系统坚持要使用想象中的国字来登录我们身份证的姓名，这也是您主管的业务，这不是原民会能解决，那您认为这要不要改？跟委员报告，姓名条例第四条对台湾原民及其他少数民族传统姓名或是汉人姓名都可以用传统姓名的罗马拼音罗马拼并列登记，对，所以它是一个并列的观念，对，那至于并列是不是很合乎原民的需求，这当然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但基本上现在不是说只有用汉字，所以我这边如果提出说身份证上面甚至可以不要并列汉字，只呈现罗马字，您认为您可不可以接受？只呈现罗马拼音了，对，像我看到你名字，我觉得很容易就可以练得出来了。好，这个部分我现在掌握的是都可以并列，那是不是比较适合单列？单列哪一种？这个容我再详细回去了解。好了，这也只是另外一个例子，我只是要告诉部长说，这也不是原民会可以主管的。我们原住民如何回复传统姓名，以延续我们的文化跟姓名传承的系统跟传统，这个如果没有办法传承下去，这不是原民会可以负责，这是内政部的。我只是要提出这个案例告诉内政部。您的书面报告也提到，您要推动人民团体业务，其中要培力平民银行的专业，所以您提到了储蓄互助社，对不对？好，在书面报告里面有提到储蓄互助社，这个是您要推动的人民团体业务的其中之一。储蓄互助社是内政部主管，全国340个社，但您知不知道全国340个社社员有多少人？好，我告诉您，全国我如果有算错，这个我们的同仁也可以来指正。全国储蓄互助社的社员有217909人，但您可能无法想象，原住民的社员有62254人。也就是说，全国原民互助社的社员占全国储蓄互助社的社员29%，将近30%。比起我们原民只占全国原民人口的2%，您就看到它的比例相当惊人。也就是说，您主管的储蓄互助社是台湾原住民族地区非常重要的金融系统。如果您这一套金融系统如果垮了，很多原住民族的家庭可能垮了。但如果它的储蓄互助的功能可以更活化的话，例如互助社的股金能不能转投资或做更有效的运用等等的，只是举例，那它可能会让原民的生活更好。所以这也不是原民的业务。原民地方经济金融系统的发展，结果又是你内政部的业务，所以其实您要了解，您非常的重要。那又例如您主管的地震业务，也涵盖了很多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这个的范围。那尤其内政部稍早您也有提到，我们主管的国土计划法、海岸管理法、湿地保持法都跟原住民族的土地权脱不了关系。除了国土这个计划法，后两法都已经在去年的2月公布施行，但您知不知道这三部法都可能有伤害原住民族土地权的疑虑？您知不知道？我可能这些法律在未来的推动的过程当中，的确是要顾虑到原民的这个相互的关联，这绝对是有关联的，我有注意到这样的方向。好，例如湿地保育法第七条第四项，我们说重要湿地的评定、变更、废止跟重要湿地保育利用计划的拟定，涉及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之土地自然资源的时候，要跟原住民族諮商取得同意，听起来很完美，很尊重原住民。但是如果我们看第40条，我们会看到本法公布施行前，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公告的国际级、国家级国家重要湿地，施行后视同国际级、国家级重要的湿地。我如果没有理解错，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溯及既往，把本法施行前的湿地都当作已经公告的湿地来处理，那也就不用再来问原民的意见了。
如果我的理解是这架空了原民的同意权，我的解读有错吗？不一定错，但是要这样是要讲清楚，就是说湿地法的立法哈，不应该被当成说是湿地政策本身的倒退，相反的反而是进步。那对于国际级的还有重要的湿地这一本，在湿地法成立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开始开始启动，而且这个确实湿地的，因为有湿地工业 Ramsar 的这个规定，所以相当多的湿地其实也有国际关联的面向。所以我们在平衡这些课题的时候，确实要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上去处理。所以它是一个相当程度法律也带动延续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倒不是说是一种倒退。好，那我只是要提醒部长，这也不是原民会的业务，这是内政部的业务，请您记得在讨论湿地任何的计划的时候，不要忘记原民。例如，现在海岸法的执行机关，各县市地方政府开始划设海岸保护区，各地保护区有没有先尊重当地的原民很重要。例如花莲有将近三分之一，你走到花莲县哦，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原住民。但日前在三月的时候，我们看到花莲县政府划设保护区之前，有民众反映说没有征询当地的同意，结果引起原民的恐慌甚至愤怒。因为花莲这个海岸线住的就是原民，例如您可能有去过花莲县的封冰箱，80%的人口是原民。但是海岸法保护区的划设到底有没有经过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精神来先经过原民的同意？封冰箱是法律定义的原住民族地区，但是在这一波64.2%封冰箱的面积被划入海岸地区。那您非常确定，当你要执行海岸法的时候，花莲县政府或任何地方的政府，它到底可不可以确实的落实原民的同意权呢？我想，海岸地区哈，并不必然就是那种划定之后就变成好像是保育区，好像是不能动。其实海岸地区它是一个我们在土地的规划里面，它是一个反映台湾360度环海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海岸我想因为是一个生态推移区，所以它对它的规划，对它的管理，那特别要注意这样一个生态脆弱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说可以发展不可以发展，可以开发不可以开发，不是单纯这样二分法的。我了解，部长，但其实我就要告诉你说，这也不是原民会的业务，对，这是您主管的业务。那我这边要非常严肃的提醒内政部，那我们来看台湾的图，这台湾地图，我们看到亮绿色的这个部分。有很多是内政部主管我刚刚所指涉的所有的这些相关法规管理的土地，但几乎都是原民的传统领域，这些都是蔡总统说他8月1号要跟原民道歉之后，陆续就要被原民会公布，而且您接手要开始进行限制松绑开放使用，让原住民族跟政府共管的领域。如果您主管的业务要进行国家的国土规划、海岸规划等等，或如要讨论如何面对气候变迁的挑战，但忽略到原民，我可以跟您预告，这会为内政部带来大麻烦，为小英总统带来大麻烦，为原住民族带来莫大的灾难。所以我在这边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想要提供给内政部长还有同仁，在我的眼中，在原民的世界里面，内政部是另外一个原民会。我刚才只是举例这一些几项业务，那他就告诉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恐怕已经超过原民会的权限。那在长久以来过去，我们经常会有一个想法，大家可能脑部有一个自动筛选系统，任何的政策只要出现原住民三个关键字，马上就说这是原民会处理的。但是部长，我要告诉您，在我的眼中，您是另外一位原民会的主委，这是本席为什么争取来到这个内政委员会的原因。所以以后有非常多相关的业务一定要跟您请教，并且要提醒部长千万不要忘记您是原住民族的内政部长，而且包山包海，您小小的一个政策影响的是超过半数非常大部分原民的权益。所以希望内政部可以真的跟原住民族成立伙伴关系。谢谢谢谢谢谢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吴其明委员。
主席，我请我们的 A 部长。请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部长，你上任头一遍来咱的内政委员会，尤其真侪咱外口民众，大家对你拢非常的期许，嘛非常的寄望，包括过去你伫行政院长、行政院。过去你的院长、杨院长嘛非常肯定你的真侪能力、真侪咱的施政的方向。所以本席伫遮嘛要来提醒部长，尤其伫咱的警察、消防这个部分、这个领域，尤其人员咱的缺额非常的严重。所以伫这个部分嘛要请部长伫咱的警政署、甲咱的消防署这个缺额的部分。有法通赶紧来甲解决无？因为大家面对的问题，尤其呢，咱的基层的整理，会当讲拢是非常的辛苦，包括真侪咱的退休潮，因为警察伊的士气低落，真侪警察拄到真侪无奈，所有真侪拢是提早退休。但是伫咱的陈国恩市长上任，会当讲伊成立一个因公诉讼审议委员会，会当讲对咱的基层的警察是一大的鼓舞。尤其我看到部长你上任，伫咱的27号，个对全国的警察的视讯，即会当讲大大提升着咱警察的士气。无讲实在，伫咱是个地方基层出来，咱非常了解基层，基层拢是声音，真侪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警察有种想法，未来咱的治安是真大的隐忧，所以讲伫咱的警察这个缺额，将近8000几个，这个部分要安怎赶紧来甲补足，予咱的警力会当讲充分的应用，予咱的治安会当更加好。因为社会存在真侪问题，包括毒品的问题，真侪少年毒品的问题，这拢是未来拢爱靠咱的警察。咱的诈骗的案件，会当讲一年比一年较侪，包括。咱的警察以外咧，咱的消防同款，拢是面临着这个问题，所以真侪咱的基层的消防人员，嘛是拢普遍存在这个同款，甲咱警察的问题。所以伫这两个单位，绝对这个咱的警员也好，消防也好，这个方的员额一定要赶紧甲补足。好，部长，你的看法咧？多谢委员对警察那个消防这方面能力啊，甲伊的配置这方面的关心我相信，对基层来思考，思考尤其思考警察甲消防这方面的方向，我是非常的同意，非常同意。唔是干呐，我对警察安怎讲安怎都会同意咯，安尼对实际上的需求，来应用。即马8000几个这方面的缺口，已经有咧处理啊，当然也要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那差不多5年来啦，5年来也慢慢的补足啦，不管是警察还是不管是消防吼，咱不只是干呐，面对讲有诶有退休吼，有诶咱要安怎培养新的人才出来，所以我即马了解嘛是足侪要来报考这款的迄、那个报考咱的警专要来加入咱警察学院的人吼。咱有看到迄个增加的这个现象，这是好的方向。但是我们了解，也是利用这样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也要重视哈，不是单纯只有量，我们要重视它的配置，所以警察，包括警察也好，消防也好，我们要了解到任务用任务做导向，然后去看到说，有这样量，那怎么样去做最适合的配置？那这也是我再来也要从量的方面之余，然后另外再进一步去着重的部分了。谢谢委员的关心哈。部长，因为你打上任可能你也无了解，因为现在咱的基层警员退休潮非常的严重，包括本席这张也是咱警政署的资料，咱所报入来人，还佫少比退休潮还佫较少，所以退休潮这是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讲伫这个部分。过去嘛，讲五年来，拄到今年4月，拄满5年，要补足，反而愈补人咧差愈侪。所以伫这个部分是非常的严重的存在。所以伫这个部分本身的要求，一定要赶紧。
赶紧想办法。当然，咱要爱是爱精嘛，吼、哦嗯。啊，所以我嘛讲，其实讲部长打上任的时阵，咱对因，咱嘛爱先稳，再来求好。对。所以有真侪拢是专业的人才，包括讲吼，咱的署长，包括咱消防署。不过，阮消防署署长听讲嘛要退休啊嘛，吼、哦。所以讲，伫未来吼，伫、哦、这个部分，咱一定要赶紧加强。对。再来呢，咱存在着社会的问题，包括咱的捷运。捷运目前即马捷运的一天的人数超过百万，超过百万。你看全国转移捷运发生问题的时阵要安怎处理？包括咱过去咱的政策的问题的事件。所以讲，伫捷运即未来，咱的捷运机场，我打个比喻，捷运机场就好。啊，咱台北市、新北市、桃园，但是敢若一个捷运警察队，捷运警察队绝对不够啊！啊，未来台中又是捷运，高雄也延伸到台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专属的、专责的，吼、哦、捷运警察局，吼、哦、比照我们铁路警察局。所以讲，伫这个部分，嘛，请部长未来针对这个部分，吼、哦，赶紧吼来研究，吼、哦，因为这是对咱未来一家上班族大家吼、哦、人身的安全，吼、哦，这有一大的保障，吼、哦，这是本身吼、哦、要求。我三点报告啦，第一就是。诶、欸，像即个大众捷运吼，即大家民众会出入的所在，伊的安全啥，迄是足重要，无毋对啦。有人关心嘛是对的吼。啊，第二方面来讲，警力的部署啦吼，对这方面，咱嘛爱了解讲，即当然即个捷运三个公司哦，基本是民间的公司。啊，但是民间的公司，咱嘛是爱，咱什么爱甲接落来底啦吼，接落。啊，那要安怎接落好呢吼？啊，是毋是？是较完全统一的对即、這个。警察的这个名额啊，甲伊的组织吼，啊有一个较完整的这个机关，啊是讲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之下，过来加以加强，啊，阮会过来评估啦，吼，啊，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向吼，委员关心的这个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吼，啊，继续来评估看卖，吼，看安怎做可能同好。因为只要捷运警察局成立，伊所受的信拢是伫捷运吼遇到的突发事件。总是比咱的民对咱的民众是一大的保障啦，吼、嗯哦！啊，伫这个部分吼，啊，再拜托部长。是。啊，佫再来就是咱针对消防的问题，嗯、因为吼、哦、有真侪消防吼、哦、基层的问题、基层的声音。消防会当讲我参与咱的消防三十几年，咱拄到的消防问题真侪，包括伫我相信讲咱的叶署长拢非常了解，包括咱的救护也好，包括咱。含咱的消防以外，嘛就爱服务，吼、哦，包括讲猎蜂、猎蛇，吼、哦，这是拢动保处的问题啊，啊，所以嘛是拢归类伫咱的消防这个所在。所以因为咱的基层的消防人员对已经不足，依赖着咱的义消、咱的志工。你看讲全国各大灾难，包括巴黎城堡，包括咱台南的地震，包括复兴航空的空难。第一个时间，你一定看到消防，啊，所以讲伫消防，因为勤务都非常的重，所以一个，救灾以外，是不是？咱内政部要来规划，由动保处这边，吼、哦、来接手真侪问题，就会当讲吼，去减轻吼消防基层吼因这个压力，或、哦、者是未来吼、哦、咱爱推动的。搁、嗯、再来一点，就是救护的问题，因为救护我相信全国拢存在这个问题。真侪民众为着便利性，真侪咱的公务人员为着惊人申诉、惊人告，所以真侪公务人员、真侪基层拢是真辛苦，也嘛真可怜。啊，伫这种部分吼、哦，我顶刚看到咱的报纸，部长你讲吼、哦，咱的基层警员、消防你都会力挺，我嘛唔盲讲部长，这一定爱听。好，咱真侪咱的救护，因咱过去咱的民众存在的问题，就讲发生车祸。紧急有性命危险，才得爱用个救护车。但是真侪老时代，伊个慢性病，伊嘛要甲咱用救护车，所以造成真侪基层，因个压力非常的大。你不接送，那也不行，会被投诉，无会被人告。啊，所以讲伫未来，咱一定要有一个配套，吼、哦，希望咱内政部甲咱个消防署会当来妥善来规划。多谢委员提供遮尼宝贵个意见哦，这个。阮的方向确实有影，甲
委员关心的方向同款。啊，若准会当吼，随时提供啊，参照安尼宝贵的意见吼，啊，我一定努力去做啦。吼，多谢多谢委员。好，啊，搁一点，就是部长，我请问咱的社会住宅甲咱的青年住宅，吼，这就是咱未来咱的国家的方向。因为尤其伫都会区真侪劳工，真侪少年人买厝买袂起。伫这个部分，咱未来咱要推动的，尤其是新北市，吼、哦，这个所在也是我的选区，吼、哦，伊本身高房价，真侪劳工，真侪收入低的人都是买不起，年轻人拢是梦寐以求。伫这种所这个部分，咱未来咱的政策，咱的推动会进行安那？咱的方向足清楚啦吼，因为既然伊是社会主体吼，啊，实际上咱要服务的对象。就是即款，你拄仔所讲的吼，委员所讲的，现主席的情况之下，较无迄个资历，啊，较无迄个能力，啊，尤其是最近时机真歹，吼，时机真歹，工作的即个机会嘛较少，啊，但是到一个年纪了后，总是爱成家啦，吼，啊，总是爱拍拼啦，啊，在即个环境之下，因对主体的需求，吼，主体的需求，啊，看会当咱即方面甲政府的力量甲帮衬。哦，啊，让因袂讲，因为主体的问题，啊，踮咧即个过程中间，啊，无法度发展，哦，啊，当然，即个问题帮助帮站遮个帮站遮个需要帮站的即阵人的即、這个，毋是干那靠主体，我若了解，吼、哦，啊，各方面，啊，但是即个部分咱甲做好，啊，新北吼、哦，新北是中间当然嘛需求量足悬的一个所在，我相信委员你应该知影即个情形，那尤其是咱的即个人口吼、哦、有一寡流动。哦，咱台湾都来的这个流动吼，啊，了解就讲，确实有一寡少年家实在是足需要咱安尼个帮衬的，吼、哦，啊，劳工朋友足需要安尼帮衬，啊，即若阵这方面会当好好啊做好吼、哦，我相信对因来讲，虽然毋是百分之百的帮助，啊，但是至少在主体这方面会当甲因帮忙，哦，所以我是感觉，做这个工课拢感觉讲真有意义啦，吼、哦，真有意义啊。希望委员啊，随时来请来指教啦吼。啊，部长，我个建议，伫咱的土城哈、三峡，真侪吼，咱的国有财产局的土地，真侪公家的土地，未来毋忙咱的部长会当先来规划做咱的青年住宅，予咱少年人吼住会起、租会起，吼、这是咱未来吼政府的方向。啊嘛，伫咱土城、三峡吼这个所在，拜托。好，谢谢委员，谢谢委员。好，这张嘛哈。接下来我们请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请段宜康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叶部长跟消防署叶署长。段委员好，部长你好，这个叶署长，我如果没有记错，您是七月要退休了吗？没有错。这个叶署长，我跟部长说明啊，叶署长虽然说我跟他在以前在上一届内政委员会啊咨询过很多次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尤其上一次为了这个消防人员身高的问题啊，消防署做了假照片来骗我、啊。但是我们这位叶署长啊，基本上是高一郎够领金的哈。但是要退休了、那么他要退休了，你消防署未来选择人选、很重要。那院长，虽然你要退休了，但是你也知道我过去对于我们消防业务有很多其实我觉得做得不够的地方啊，还是要跟您请教，我也要请部长好好听啊。这是未来的消防署啊要接着要进行改革的重要的业务。我举一个业务啊，因为消防署很多业务啊，关于这个标章的业务啊，或者检查业务是委外的，那么委外呢，委托了很多不同的基金会，那么这些基金会啊，其实我过去咨询过很多次，经过了四年之后啊，问题仍然是存在的。我举一个例子，消防机具器材及设备认可实施办法第23条的规定啊，这个受委托的单位，好，譬如说灭火器，这个灭火器啊，我们有标章啊，这个受委托的单位他要去检查之后他发给标章，那么做灭火器的厂商他拿到标章之后他要把它粘贴在个别的
灭火器上面，也就是说这个行制啊要经过书面审核，这个受委托的这个基金会啊书面审核之后他发出标章，那么厂商要把标章都贴到机具上面，然后这个受委托的单位必须要去抽检、哦、他要去检查。署长我这样讲的没有错吧？没有错。但是呢在去年呢、啊、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受委托的单位叫做财团法人中华民国消防技术顾问基金会，他有一批标章8000张，结果呢被消防署去检查，找到了，查到了他的这个发给的这个厂商啊，这个佑成公司，对不对？对，有2000多张的标章啊没有贴上去，被查到了。那被查到之后就违反规定了，因为你实际上你应该要检查之后你就要把它贴上去、哦、发给你就马上贴上去，否则你这个标章我怎么知道你去拿的去贴到哪里去，对不对？所以它不可以没有贴，结果8000张里面有2000多张是没有贴上去的。那因为这样、哦、我们这个是那时候内政部、啊、发函给这个基金会，就我们看底下往下看就发了一个这个叫做切结书，好，就要求这个基金会呢去给他的送验的厂商说你要切结、哦、你要切结说没有了，没有再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没有错吧？所以这个基金会呢就给了这个送验厂商，给他们请他们去切结，然后呢这个切结就是说我在今天啊我告诉你在今天之前通通没有再有这样的状况了。所以呢我们看下一章，所有的79家里面啊除了50家这个叫力大他后来也切结了啊。我们看第37家36家就是佑成。佑成也切结了，说没有再发生了，佑成也被你们处罚，对不对？对，没有错吧？对。而且后来你们还把他移送法办，对，要去查。对、哦、把这个基金会不是佑成了，基金会被你们处罚。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也就是说你们现在认为这个基金会没有善尽他监督跟他要求的责任，甚至你们觉得基金会负责来检验的单位主管你们都给他移送法办，对、哦、用公文给他移送法办了，那是内政部哦，内政部移送法办，那你们现在还继续给他委托这个业务，对不对？没有错吧？好像是在检讨嘛，我们停他一阵子之后停他，你们还继续委托啊，等到他给你切结，他给你完成说我不会再发生之后，你们还继续委托嘛？没有错吧？也就是说你今天闹出那么大的纰漏出来，搞到我要把你基金会的人员移送法办，那可是呢你现在这个基金会还在继续接受我消防署的委托，继续在发这个消防器材包括灭火器的合格标章。好，这个切结回来了，在民国104年、哦、就是去年啊叫大家都切结。那切结回来之后呢，照道理说在这之前的标章就不应该在外面，之后当然也不应该在外面，除了那个被查到2000多张。那我现在要给你看下一张，这一张，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标章，对不对？这个就是不应该在外面流通的标章，结果呢就是我手上的这个。这一批啊是民国103年8月18号、哦、的刑事号码 PA10, 证书号码 PEB10207, 总共申请了1500句。就是说要有1500张标章是应该要贴在灭火器上面的。那这个是哪里来的呢？一样是那个有去切结的佑成公司，虽然说看起来数量不多了，其实没有几张了，但是你们那个切结书，回到那个切结书啊，它是一张都不准外流、欸、如果确认于切结日啊没有，数量是零，未附加于产品本体上之剩余认可标示，他是说没有哦，他跟你切结说没有啊，啊，基金会有没有把这个资料给你们？有啊，对不对？所以你们才原谅他们啊，然后才让他继续来做这个检验的工作。结果我手上就有这
至少我手上只有这十几张，这个也不是假造的、啊。那我们看这个基金会，你们委托的这个基金会，它的成员到底是些什么人？我们看一下这个基金会哦，这个叫做中华民国消防技术顾问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这位郭先生，他本身是正德防火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你看这个基金会的成员，我跟各位说，第二位那个立委特助，那个立委已经没有在做了哈，大概各位也不要去猜，我也不讲人了，他已经是卸任的立委了。这些很多有学者，有你们退休的官员，但是比例上有很多都是业者啊，而且这些业者他自己做的，做这个基金会的董事，他们公司的产品，他们公司也交给这个基金会去检验。这个问题我其实从四年前就开始问了，对不对？署长你自己说记不记得，对于这些基金会的成员，我四年前就开始要求了，也不光是这家消防技术顾问基金会，我们看下一个表，包括消防安全中心基金会，包括消防技术顾问基金会，包括防焰安全中心基金会，包括财团法人危险物品安全基金会，他的董事的业者的比例也还是很高啊。这些业者他们所做的，包括他们有的做防焰的窗帘的，他也做防焰基金会的董事或董事长，他本身做这个行业，然后他去成立一个基金会，他来接受消防署的委托，他来审查自己 的产品，包括他自己公司的产品在内，他的同业。我不知道、哦、消防署到底是你们找不到人去做这些工作，你们找不到哪一个学校去做这个工作，哪一个专业团体去做这些工作，为什么一定就是，即便是我在四年前就问这个问题，问过了四年，状况还是一样啊，这些董监事的还是一样啊，业者的比例还是这么高啊，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来，署长，你即将要退休了哦，来讲讲，让部长听听看，让我们听听看。跟委员报告，我们最近也是遵循委员就是过去跟我们的指导，我们就找到那个云林科技大学还有压力容器，同样来从事有关这种那个爆竹烟火跟危险物品的那种检验的工作。所以今后的话，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明年会来强化，尽可能找那个学界的学校跟一些其他的这种那个财团法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把过去已经发生过的这种那个弊端来加以改善，这样子。过去已经发生过了，我四年前就咨询过了，四年来结果还是这样。署长，你的个性，你其实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你的操守大家也都肯定，可是对于突破这些弊病，对于除弊上面，我觉得你做的不够。我跟部长最后只有一个要求，现在署长七月要退休了，新的署长不知道是谁，我要求部长可以在这边公开的承诺，新的署长跟你这位新的部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检讨消防署委外检验的业务，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复，可以把答案告诉我们，会有一个改革的方向。谢谢段委员的这个意见，我非常感谢。这个当然我之前并没有像段委员了解这么深，不过我刚才算是上了一课，也了解到现在这个消防署本身不管在委外那协力的厂商，那里面也有这一类的问题，那我一定来看这个课题。一个月内，好，一个月内我会把一个月内我会把检讨的状况，对，一个月内，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高金素梅委员。谢谢主席，有请叶部长。那请部长。高金委员好。部长好。部长，上周末原住民部落里面最重要的两则新闻，您知道是什么吗？很多新闻，不过我讲里面应该有跟这个原住民放官持有自治猎枪条件这个是有关系的。这是其一。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请委员指导一下。第二个呢，刚刚我们黄昭顺委员在这边还很感谢陈局市长的大英大德，本席在这边要针对这两个新闻哦，尤其是这个土地的问题啊。事实上呢，陈局市长在5月28号的时候正式的记者会，然后29号小英的脸书马上就贴出来了。他说什么呢？台湾原住民运动始于70年代风起云涌，当年陈局我积极的参与其中，还我土地便是当时最主要的诉求之一。身为长期关注原住民族议题活动的工作者，今天能够以市长的身份，透过高雄地震局的努力，将应属于原住民的土地一笔一笔亲手归还，眼眶含泪哦。40年来的不公，今天终于踏出平反的第一步。部长，您知道这则新闻在原住民的社会完全无动于衷啊！我不知道陈局市长的含泪是觉得不公不义呢，真的还原住民土地了呢，还是高雄市是最后一个来让原住民的5年工作期满的可以拿到所有权状的？部长，您知道吗？今天陈局市长提的这个，其实呢已经30年了，我们政府已经办理30年了。讲坦白一点，就是说已经跑完了百米了，然后现在高雄的市长才跨出第一步。我不知道他是不了解原住民事务，还是故意的做这则新闻。我有问过原民会的副主委，他给我打电话，我问他，他说，我说这么重要的一则错误的讯息，你们有没有试图告诉陈局市长？也许陈局市长很忙不知道，他的幕僚总该知道吧，原民局应该知道吧。他说有，我告诉了谷仲，然后谷仲完全没有反应。所以部长您知道吗？这一则所谓陈局所谓的原住民的土地正义，我们已经做了30年了。然后春日乡的柯乡长马上传了一封简讯给我，委员您知道吗？我春日乡办的哈，还比今天陈局市长搬的这个公顷数还多了500公顷啊。所以我不知道陈局市长在眼眶含泪还给原住民土地正义是什么。我在这边说好了哈，也许您不知道部长，但是接下来我要讲的是真正还给原住民的土地是什么呢？就是原住民的土地权利的回复的问题。这是什么？传统领域还有海域的问题。而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我们国土计划法，这是内政部推动原住民族土地全属国土计划的特定区，也就是说在国土计划法里面的原住民被归类为特定区，特定区里面我们如何来落实原住民的自治。如果今天陈局市长的眼眶含泪跟小英的对于原住民的土地转型正义跨出第一步历史性的话，我觉得就必须在这边放下来。我请部长回去好好的研宁，而不是今天陈局市长眼眶含泪说我已经耕种了5年，这个5年本来就是要给我原住民的所有权状，这是两回事情啊哈。第二个猎枪，你说给了原住民的猎枪就是给了原住民的这个转型正义。部长您可能不太清楚知道哈，王光禄事件您知道吗？哎，委员麻烦你，布农族的猎人、哦，知道哈？黄光禄的事件，布农族我们最优秀的猎人，当时这件事情轰动了国内上下，包括我们汉族的法律界的人都出来支持我们王光禄，而当时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的新闻稿，就在这里我念给你听。检察总长他提起的非常上诉的新闻稿，他说该判决隐含了原住民族日后皆不能够再自制比以前祖先更精良的猎枪打猎，永远只能使用落伍的土造猎枪打猎。
结果可能造成原住民族发展它特有文化的歧视，更违反旨在保障原住民工作生活工具之用。我要讲的是，原住民的生活工具不能够与时俱进吗？既然我们内政部修法放宽原住民持有猎枪的标准，是为了肯定原住民的文化，再往前迈进一步嘛，哈，优先应该做的就是要保障猎人的安全，以及还给原住民族在国家公园辖区内的传统文化权。这个是我们检察总长对于黄光禄事件提起的最高上诉，他的说法。部长，2015年10月2号，花莲泰鲁阁族人他到泰管处去抗议，要求还我狩猎权这件事情，不知道部长您清不清楚？哦，我有听说过，嘿。好，他的诉求您知道吗？我不是非常清楚的。部长没关系，给你时间学习。一，落实原基法，还我族人的狩猎权。部长应该知道原基法哈。好，如果不知道的话，本席会提供一份给您哈。二，尽速修订国家公园法。对。三，落实实质的共管。部长，您这样子有没有非常的清楚？了解。这三件事情，一是土地的问题，二是猎枪的问题，三是原住民的传统礼遇的狩猎的范围之内。所以我要讲的是，现在新政府上任哦，十几天吧，我们觉得给我们所有台湾的这个民众老百姓看到几个事情：第一，黑箱；第二，打假球。黑箱是什么？还好您今天回答，您说这个冲之鸟是礁不是岛，可是在楼下的农委会主委，他连礁跟岛他都不愿意说，他说要看联合国怎么样的判决。农委会主委可能不太清楚知道，联合国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驳回了日本的这份要求，所以您答对了，冲之鸟是礁。本席在这边给你竖大拇指，你终于第一次的质询能够捍卫我们渔民的渔权。可是我刚刚要讲的黑箱，包括我们的美牛的猪，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今天新政府上来有两件事情：一，他先首先否认是礁；二，他告诉我们说美猪我挡不住，所以一定要进来；三，告诉我们所有的原住民，我重视转型正义，所以陈菊眼眶含泪说：“我还你原住民的土地。”黑箱、打假球、演戏，这就是这十几天来我感受到的小英政府上台的态度。所以部长，本席在这边要求你，我刚刚讲的有几件事情很重要：一，国土计划里面的原住民的特定区，一定要非常清楚。小英还没有当选的时候，他公开跟我们的原住民族人说，原住民的自治绝对要有土地，要有财源。如果真要还给原住民转型正义，在国土计划法里面马上就可以做，不需要在总统府底下的所谓的转型正义真相委员会调查里面再放原住民的东西，不用。这是第一可以做的。第二，你可以做的就是我们的国家公园里面的传统领域把它定下来，就是我们的泰鲁阁的族人什么时候告诉我说我的传统领域不可以打猎。好，就算我们也希望能够保护我们所谓的野生动物，但是我们是要站在一个共管的平等的平台上面哦，而不是现在我还要给林务局登记我才能进去，核不核准还需要你核准哦，这是两回事情哦。所以本席就是要求部长，第二个，国家公园是您的职权范围内，马上要求国家公园我们的营建署署长跟我们的原民会建立一个平台，如何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可以让原住民开放打猎的把它画出来，好不好？然后第三个，枪支狩猎，我刚刚说过，总长都说了，谁说原住民一直要自治的土制的？
我必须跟部长报告，还有我们警政署署长也说明一下，现在原民会正在让我们的专家学者到原住民的部落跟我们的猎人取得共识。这个共识是什么呢？要找回原住民打猎的文化，而原住民打猎的猎人要还原我们的尊严，让我们的猎人可以用最好的武器，不会伤到我自己身体的猎枪，进到我的传统里面去实际执行我的文化权。这三个如果部长您可以做到的话，才符合所谓的小英的转型正义，才符合陈局市长的眼眶含泪告诉我们的原住民说，我跟原住民我们手牵手，你的原住民运动我跟着你，才符合我们的朋友关系啊，部长。所以以上这三个你愿意来？哦，委员，我非常佩服您，跟刚刚古大使一样，都是不断的提醒我，内政部的业务里面确实跟原民的关系啊，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有些我们都已经努力在做了，包括猎枪这事情，也许也不是全盘，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啊。那非常谢谢委员的指导，谢谢。跟部长报告一下哈，本席有提一个哈，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第20条。20条我把它拿掉，但是我增加了20条之2的条文修正草案，也请部长过目一下。未来我们在这边还会有所攻防，我相信你警政署长一定不会退让的啦。但是署长，我要让您试图清楚知道，原住民的打猎是我们的文化权，在日本殖民政权来的时候才把我们的打猎权拿掉，所以转型正义绝对要到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而不是民国38年，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高金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高志鹏委员。主席，是不是有请叶部长？那请部长。哎，高委员好。哎，部长。部长，前几天你在台中巡视的时候特别提到说，行政院对太阳花学运撤告是尊重言论自由，创造相互谅解的立场，营造和谐的社会的善意，而且是提供警察更好的执法环境嘛，对，这是您讲的话嘛，哈。当然我们可以体谅说，就您作为内政部部长，是警政署的上级长官，那要考量，记者会这样问，一定也是觉得说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影响了警察同仁的未来的执法的，的这样的一个士气啊？那但是我们要讲的是说，我要问的反正是说，除了撤告以外，是不是就够了？你知道时代力量党团未来会提案要求行政院要成立调查委员会，就太阳花学运期间，当然最主要是3月23到3月24，所谓攻占行政院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警察的暴力的这个行为，是不是要重启调查，然后要交代？因为事实上在当初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受伤，包括那时候台联的立委周尼安也被打得很惨啊，胸腹瘀伤，右眼视力到现在没有恢复哈。那他还是现任的立委。其实我们想到的是，如果在其他的国家，国议员被打，那是多大的事情，那个大概是行政院长都要出来道歉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勉强在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事发3天以后成立的行政院镇压反服贸学运真相调阅专案小组，有成立的。但是呢，就拿了10几个 file 档案夹，然后呢，因为国民党的人数的优势，所以也没有做成任何的决议。也没有任何的真相浮现，所以坦白说，我会觉得时代力量如果真的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话，听说是要在跟林院长咨询的时候就要来提出。您个人，因为当然是行政院成立，但是权责部位一定是在您这边。那我要先请教的就是说，如果时代力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提案。就作为内政部长，您是同意还不同意？甚至于如果成立了，是不是应该由你真的主动去调查，去发布真相？
我想如同您所讲的这一类的课题，我想行政院如果有任何的决定，一定会是通盘的考虑，一定会通盘考虑。那里面通盘考虑的过程当中，那我也会适时的表示，表示本部的一个立场。那立场是什么？你是我基本上看法是认为，在能够维护法律秩序、能够尊重法治的情况之下，社会能够大家越迈向一个相互促成、相互欣赏的那样一个环境是更好的。那有许多这一类的案件，事实上也已经在司法里面在处理。那我们基于尊重法院的角度来看，那当然尊重法院。现在不是问你法院，现在问行政院了。行政院如果要成立的话，那行政院你们自己要先讨论的。其实没有在院会讨论，行政院讨论，你们是要讨论的。比如说院长如果问你说，那现在人家要求要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你作为全责的部长，那我问你的意见，那你会赞成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甚至我们今天就问你，如果那个时代力量党团啊，他现在当然提的是要求行政院来成立的哈，那你是赞成反对？甚至于，我要问你说，如果说你会不会觉得说，你们自己成立，反而有点怕伤害警察同仁的士气，或者自己，要来成立这样有点主客意味？如果变成是立法院来成立调查委员会呢？甚至是再退而求其次，重新在新的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成立一个调阅小组，你都要备询的、啊，那你是同意还不同意？所以你是要行政自己成立好呢，还是立法院来成立好？所以我提案都起好了，我跟委员报告了哈。委员，我的提案是，如果行政院不成立的话，不成立自己成立一个真相调查小组的话，不重新去调查的话，我提案都写好了，实在还没有拿出来联署，我也可以希望立法院来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所以我想委员应该可以理解了，我们现在对于任何有关这一类的刑事上的追诉，我们有法律，而且也有机制啊。那基本上，不管是刑法，不管是刑事诉讼法，或者是不管我们法院的职权，法院职权行使的程序，它都有一套机制在那里。那如果任何事情，这个机制就没办法得以彰显嘛？你怎么会打了那么多人以后，问说到底谁是指挥官，谁下的令，什么时候，就是一团乱仗啊？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你说他依法行事也没关系，那你就坦白讲，当初谁是现场指挥官呢、啊？什么时候下令的、啊？为什么一定要动手？是不是已经来不及了？没看到啊？才发生几年呢、欸？如果才发生几年的事情都没办法，那我们怎么再去追求以前的转型正义呢？哦，这你有为难。好、哦，这个哦，你会说这个不是你的决定，可能行政院才能决定啊、哦，或者说立法院才能决定。我现在问你一个，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假设。您知道有一位警政署的大概本来是三线一星的同仁啊，叫张其文，就是当初克刚行动的时候下令逮捕记者跟学生的这位中正一的分局长，现在听说要晋升三线二星，我知道这样的晋升一定要部长签署，假设过几天你的桌上摆了张其文晋升三线二星的公文，你会批还是不批？我了解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是移送法办，而且在侦查中了，所以我们就尊重这个程序了。不是移送法办跟送公文到里面叫你签说让他的三线二星有什么关系？不，你是说因为他在侦办中，所以你不签？委员现在没有这个议题，在我的桌上没有这个议题。未来会有吗？这是前年报，他本来就报上来了，去年就要报上来了，结果呢，好死不死，你们毛治国请辞以后不肯留任。所以整个停住了，本来已经签，他就是要升保警总队的主任秘书，三线二星。你知道三线一星跟三线一星差别有多大吗？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要讲说，如果不签，如果追究这个个案，会打击士气。我最近遇到侯友宜副市长，他也苦口婆心跟我讲说，你不能这样子哈，这个会打击士气哈，这个对他不公平。我们这位分局长。他刚好是什么呢？刚好是郑南榕自焚的时候的民权二派出所的主管，那时候分局长是王卓君署长。你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他就是屡建奇功，所以才能够
继续的这样升官。我知道你们一定觉得说，如果就这个个案来追究，不让他升官，一定是影响士气。要不要换个角度想？我想举一个例子，阿扁当选台北市长以后，有一次那时候的市警局的高官，一个督察长跟我讲说，其实他们现在觉得很快乐，因为在阿扁当选市长以前，所有的台北市的分局长、主管，到了选举的时候是有责任区的，是要帮忙去拉票，是帮忙动员的。因为阿扁当了市长以后，他们不用再做这些事情，他觉得他们反而是可以开始中立，可以开始啊有尊严的执行警察职务。为什么？我选举最后一个来拜托，只能包括角头，包括这些剧毒的人，算可以拜到票，因为国民党好人，爱给 U 票。那我选完以后，我怎么好意思再去抄人家的场子呢？他们很难做啊。我举这个例子是说，你反而营造一个这样一个中立的环境，才真的是还给警察尊严，才真的是像你讲的是提供一个警察更好执法环境。或许牺牲一个张启文，坦白说，或许他其他地方很，但是你怎么可以下令去抓警察抓学生呢？抓记者抓学生呢？你看不出他是记者吗？这在先进国家这是多严重的问题。你警察可以去抓记者，说他是先行犯，他把他抓起来。你看后来，邱凤刚也道歉，柯文哲也道歉，结果他可以升官，这是什么道理？所以他特别问的是说，如果这个公文放在桌上，不管他们跟你讲说，这位张先生多么的战功彪炳，或者说他其他方面的本职学能多么好，他再怎么样，他就是应该升。你觉得你要签这个公文吗？我要很慎重问你说，你要签这个公文吗？我觉得这个才是转。再进一步强调，我目前没有。如果我知道。部长，我就说，你今天如果让这样的惯例建立起来，让大家知道说，你如果做了这样的事情，你就是不可能升官。这个未来反而是让所有的警察可以安心的执行，因为我的长官不会要求我再去做这种超乎我职务外，叫我去抓记者，叫我去打学生，这一般国家做不下去的嘛。但以前就发生了，就这几年前就发生了。如果确定这案例的话，我要跟在长，在长也有很多，包括署长，很多警察同仁，以后有这个惯例的话。反而让大家好做事，反而不用去屈从于长官的命令。我们民党现在执政党，理论上，如果警察愿意听从长官，去叫你打人就打人，叫你维持维持秩序，对执政党讲是有利的。为什么我们反而要要求这样的一个标准可以建立，可以执行？因为那才是长治久安，那才是让台湾可以真的变成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所以我在这边跟。事实上，在上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在脸书就提过。我那时候不知道你是内政部长，我说，但是未来的内政部长如果敢签这样的一个公文的话，我一定跟他没完没了。啊，真没想到是老朋友你啊，所以啊，但是话都讲出去了啊。我有听到了，哎，我有听到，但是基本上这个现在没有在我的桌子上啊。那我们真的是用人为才啊，我们基本上是要。建立警察行使的一个让人家可以尊敬他，但是警察不管在职务的行使里面，我也是这样子对他们要求，你要能够懂得分际，要能够合乎比例原则，不是说警察就完全没有任何受到任何约束，我们要约束自己，然后才能够得到外界的认同。那也请我们大家共同来营造好的环境，让他们在行使职权的时候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之下，避免太多过度的纷争。那这个其实是我现在念之在兹的一个大方向。好，部长，我还是强调，你这样的做法不要认为就是打击士气。你真的如果这样做了，真的不用让他升官 了，反而才是另外一种提升士气的一个正确的做法，好不好？谢谢委员，谢谢委员。给你答了啦。W，来，谢谢了。接下来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提书面哈，在哪里？好，那个等一下再念了哈。林德福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林进宪委员。谢谢主席。本席邀请叶部长。邀请我们营建署的许署长还有我们消防署的叶署长。啊，林委员好。部长好。部长，相信大家对这个
今年过年期间2206啊，在台南发生了大地震啊，那个伤痛啊，可能很多人都慢慢淡忘了。那实际上啊，现在正进入啊痛苦漫长的灾后重建的阶段。我今天要跟部长来跟你讨论一件事情啊。既然地震造成重大的伤害，那我们要来帮助这些受灾户。那受灾户啊，它的定义是什么？原来啊，法律有规定的。那灾防法里面呢，灾防法里面规定啊，我们现在受灾户啊，它有几项的补助啦，其中有一个家已经不见了，那政府啊要补助他们啊来买新的房舍。如果是受灾户，他就享有优惠的利率啊，大概只有 0.7 啦啊，这是政府啊啊，这个也是法令规定哦，特别要给他们优待的。但是他这个受灾户的定义啊，他特别啊很奇怪的，在法里面对受灾户要求必须是涉及在那个地方。但是呢，现在在重建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受灾户他家破人亡，他的亲人、他的父母、他的子女就死在那个地方。但是他因为比如说学区的问题啦，子女学区的问题，或者是他工作就业的问题，他没有涉及在好在当地。甚至有的所有权人自己都不幸罹难了，是变成要由他的继承人来，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来享有我们对受灾户的优惠利率。我觉得啊，这个规定当时不知道怎么来的，好像后来在灾后重建的会议的时候就引用啊啊消防署对于受灾户的这个定义啊，凡是没有涉及在当地的啊，没有涉及在受灾区地方的，就不列为受灾户。台南市政府统计出来啊，这个比例啊非常高啊，超过一半了。在整体的大台南受灾啊，有54%，超过一半啊，这没有涉及在受灾区的。在其中伤亡最惨重的维冠大楼有56%，都没有涉及，所以他都没有办法来接受政府的这项优惠利率的补助。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灾防法这个规定啊，其实已经很不合乎啊现在实际状况的需求。在之前的灾害，像88风灾啦，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很多这种状况。当时灾后重建也碰到很多家破人亡，很多房子不见了，但是因为他没有涉及在那个地方，他不被认定为受灾户。结果在88风灾过来的整个灾后重建啊，这个法没有修的。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是以涉及为当地嘛，啊，或者应该是用或啦，或者有居住事实，那么他应该就是受灾户了。那现在我们台南的救灾啊，灾后重建遇到这个问题，恐怕还是需要啊政府出面来协助了。我们现在像本席就有办过几场的协调会，如果现在再来修法，我认为啊内政部要去修法了，你们要主动去修法。可是在法律还没有修订之前，那么这边灾户怎么办？哦，他们可能要租房子啦，齁，他们可能要买房子。台南市政府啊，我也向他们建议啊，因为有很多民间的那个善款，希望用善款啊来帮助这些灾户，有居住事实的而没有涉及的灾户，他那个利率差啦。因为如果你不被认定为受灾户，你的利率大概2%以上了，二点几了。那有的话，如果你是灾户的话，大概0.7%。那这个利率的利息的差额由善款来补贴这些受灾户了。但是我们需要啊，
内政部出面了，营建署了，来协调，哦，来就是银行跟这些想要贷款的没有涉及的这些受债户之间呢，希望你们能够主动帮忙。我跟委员做三点回应。第一个哈，第一个对于以后的灾害发生哈，那了解到人口流动的这个现实，完全说以户设的户籍地为主哈，这样的思考哈，要开始做一些因应啊，这是第一点。就修法嘛，哎，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确实是依照现行的法律，确实是比较死，所以在既有的机制之下啊，既有的机制之下，很可能就不能满足你我共同认同的那一个方向。那所以未来啊，很可能要去考虑法律是不是要修，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对于修法之前现实的状况，确实也必须去因应。那么委员是这个提出非常好的意见，那事实上这跟我们前一阵子的处理也是不谋而合。我们的林次长哦也已经协调，那以后确实是对这些哦用善款来弥补这一些，但是啊，哦，这一些缺口。好，部长，谢谢哦，你现在刚上任了，我相信你一定积极来做事情。但我希望营建署这个责任不要推了，内政部这个事情呢，你们要主动来协助了，你不要推给市政府去跟银行谈。市政府就跟受灾户谈，市政府他现在只负责善款的运用，他愿意来补足啊这些没有涉及的受灾户之间的利率差。但是呢，银行跟债务之间呢，啊，这个事项啊，应该由营建署出面来协助了。地方政府哪有能力去谈这个事情？好，我们希望营建署能够帮忙这些可怜的啊的灾民哦，来帮助他们。另外，我要再谈一个我们台南的地方事情，因为部长也是刚上任，我给部长看几个照片，这个黑心住宅啦，部长你看看，这地下停车场，再来，这个房子是这样子，来，我们再来看，非常脆弱，这整个房子啊，家庭主妇啊，记者去拍照啊，戴安全帽，戴炒菜啊，要不然整个天花板会剥落下来。有能力的当然就搬啦，那没有能力的只能冒着生命危险住了。那这个黑心住宅啊，是谁盖的？政府盖的，起造人啊，就是内政部营建署。买了这房子的人啊，很凄惨啊，拖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啊，能不能解决？地方政府啊，有诚意来解决，台南市政府啊，愿意跟内政部营建署一起来帮这些可怜的住户了，他们真的是受害者。买了房子啊，以为是内政部出面来办的、来盖的房子啊，应该没有问题，想不到啊，政府会盖海砂屋来卖给他们。经过四次的鉴定，已经证实啊，这个就是海砂屋。政府的责任啊，不应该推卸。我们希望啊，给住户就是一瓶换一瓶，住户零出资啊，哦，因为你房子应该要还给人家一栋可以住的嘛。但是其中牵涉到啊经费的问题。台南市政府希望啊，赖市长希望我们内政部能够补助啊，当啊这栋房子叫安平二期国宅。在重建的时候，那些住户们在外租金呢 得个补贴补助了。再来，安平二期国宅那重建的经费，那也希望啊中央能够来负担，但是中央又怕经费太高，营建署一定会推的，所以地方政府啊，可以愿意用其他的方法，包括。都更了，营建署在台南啊，有几块啊，荒废很久的土地都没有再用。政府愿意用都更的方式啊，市政府愿意用都更的方法来协助营建署，来配合营建署，让营建署啊也减轻你们的财务负担，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跟委员报告，这个案子哈是以前。省处都局所盖的了，并不是本部了，然后但是我们也要面对现在这些海砂屋，
所以我们确实是有，我们确实是有跟地方政府有一些合作，那希望能够哦，希望能够把它当成最好的一个都更的案例，能够来处理。那同步可以解决一些财务跟其他方面的问题了哈。谢谢委员关心。那我也会跟营建署我们的许署长这里哈，我们会再来探讨后续的相关事情。好，那也希望部长能够支持了，政府做了应该要负起责任。对，虽然过去神武时代了，但它演变过来起造人就是现在的营建署嘛，好不好？好，那也请许署长啊，这个事情啊，我们希望能够完成一个中央跟地方合作的一个范例了。然后用推动都更，以前是因为地方政府不愿意配合都更啊，大家在头痛。因为都更是地方政府很繁杂的事项嘛，他都愿意出面来帮忙啊，也提升我们营建署在地方啊闲置没有用的土地，增加它的价值啊，来减轻我们中央的财政相关的支出的负担。所以我想啊，一起来合作，好不好？好，谢谢部长，谢谢署长，谢谢主席。好，接下来我们请蔡益宇委员。请部长，叶部长。蔡委员好，部长你好。想要跟部长那我讨论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说接下来我们国土一个重新规划，包括说我们要求要为了保障台湾的这个粮优良的农田，所以我们国土的重新规划，那在特定农业区的一个保护，我知道这是下一个阶段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在国土规划中又有牵扯到另外一块，就是我现在比较在意的，就是在我们嘉义，我们沿海地带，就是的地层下限区，地层下限区，那我们现在都把它规划是成湿地，那这样湿地的一个规划，它是在去年二月的时候，那把它编列为湿地，那它编列的方式。编列的方式是由地方政府，也就是嘉义县政府申报出来，报到我们内政部，那我们内政部就照着地方政府所编的那100%把它核准，就把它认定为湿地。那结果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地方政府在编的时候，他们在考量，就是认定说不要去碰及到私人的土地，所以他就是把国有财产局的土地、公部门的土地，包括交通部云嘉南风景管理处的土地，就把它都归纳为私地。所以现在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了。在去年，在我们嘉义东石乡跟布袋镇，私地归把它划得非常的大，划得非常的大。那尤其在台南也有这样的问题，在七股、在将军跟七股这一带。一样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状况就造成说，这样湿地的一个划，那我们去强调说湿地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利用，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湿地最麻烦的就是说它的开发是有限制的，而且非常严重的一个限制。那所以我认为说，在湿地的一个认定，我现在比较担心。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样去限制国土的一个利用？那如果是在出海口，它的湿地就是会有非常严谨的，就是它的生态的一个多样性。可是，在我们布袋跟东石乡，那台南哈、台南七股将军一带，它过去是盐田哈，就等于讲过去遐是。一红排盐的所在，所以这一块土地它是盐分非常的高，它的生物的多样性不多，但是也把它全部都化成湿地。所以我想要请问部长的是说，未来我们这样就湿地在去年二月核准后，
我们是不是还有重新检讨的一个空间？还是说我们就把它划定了？那湿地的这个划定后，就是，好，这个湿地划定后，它可以说是非常久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去，等于是它就不能动了，它就是要回复它的土地的使用现状。那等于是说，在我们这个地方，一个一世人拢是安尼啊，永远无法度去改变，你永远不能去改变。所以我这部分我们希望。部长是不是可以责成营建署？那就这样一个国土的一个利用，可以做一个妥善性的一个检讨。哦，那不要就这样把它定死了。谢谢委员的关心哦，这个确实我们也有一个湿地小组了哈、哦。那对于我们现在湿地，一方面湿地本来它就有不同的等级啊、哦。是。那另外对于范围，对于它的保育利用计划。其实这些也都可以在细部详细去调的。那本来就不是任何事情都是只有黑跟白。那实际上大方向掌握之后，湿地当然是以保育为主，那是当然是大方向把握。但是对于内部，我们又有一些湿地的实施的这些计划。那所有的这些比较细腻的思考，都要反映到这个计划里面去。哦，所以现在当然有些还在起步阶段。哦，那未来很希望就是多。了解一下啊，居民的意见啊，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对这个事情，我们希望能够比较周延的考虑啦。我想这个是我要往这个方向来处理的。好，谢谢部长哈，因为我们真的是在地方，我们很担心呐哈，因为湾仔的所在会现在会被划成湿地，它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渊源，就是民国92年的时候，台盐告诉大家，我们不晒盐了，晒盐是一个不赚钱的行业。所以我们看较早拢严工，啊，因无头路，因抓领着一笔退休金，甚至一开始还没有退休金，退休金在陈水扁政府的时候争取好久才争取到的。所以这些员工都不晒盐了，啊，因的迄个盐埕放咧好旁边，啊，放十担鬼，现在就把它叫做湿地，然后一辈子不能动了。我觉得这个地方，难道我们不能去恢复晒盐的一个历史吗？虽然晒盐这个，我觉得很多产业并不是说，如同刚部长所说的黑跟白，应该还是有一个中间的一个道路。哦，那如果这样把它定死了，对地方来说，我们地方是很多人会对地方的发展是忧心的，因为已经没有公有土地是未来可以开发的一个地方。哦，甚至我们只是要求它是低度开发，它不要去破坏湿地的一个生态。但是如果你所有的土地都已经把它编入成湿地了，安内都无机会啊。哦，所以我那一天我找我们营建署副那个副署长，好、哦，我们副署长哈、哦，我们也有地方在讨论。好、哦、啊，我咧讲这个时阵哈，地方大概事实上火气嘛拢真大，甚至都讲到了说，如果国家。需要更多的湿地的土地，那就现在把它划了，都不要变。啊，阮家的人全部拢迁征，都离开阮的大的所在，以后这一整片都是湿地了。我不希望变成这个样子。好、哦，所以今天是很来这边，真的是为我们地方的人请命。哦、我们请求部长、哦、可以好好的去跨湾迄个西南部沿海，因为我们那地方被叫做地层下陷区。地层下陷区基本上。它不能承租，然后它也不能再利用了，而且很多现在国有财产局都在跟那里的养殖渔民在打拆这个还地哈、哦、拆屋还地，因为他们只是用养殖就在打这样的一个官司，好、哦，所以底下的所在等于讲，遐的土地拢无效，拢无得创啥，啊，就当为这有伊较好的所在，啊，拢变全部拢为这湿地，啊，阮遐啥物拢袂使做，好、哦，那现在当然农委会告诉我。我们第二条路，就是说未来这边可以养水种电，嗯，好，但是养水种电真的是我们地方唯一的道路吗？我也是很忧心啊，一要湾里边整套湾过去旧有的记忆都不见了，我们只剩下看到太阳能板，好，对湾人公我嘛做环路，我们希望地方还是可以保留它旧有的一个生态，好，那主席可以再给我一分钟吗？哦，还有两分钟，嗯。看谁哈？那第二件事哈，第二件事，哎、欸，可以请我们警政署长，我们署长陈署长，署长，
蔡委好。哎、欸，署长你好哈。哎、欸，署长是这样的哈，因为在5月19号哈，今年5月19号就是上个两个礼拜前哈，这个云嘉南风景管理处哈，他在云嘉南风景管理处在台南哈有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就是说他们台南在将军渔港哈，引下道路会勘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处理，就是说，也是我刚讲的这个土地利用的问题，土地利用、土地矛盾，真的是我们现在沿海地区居民的，好跟政府之间永远的矛盾，这个矛盾很严重。因为政府拢甲阮讲，阮这个土地，我为细汉大个，阮厝边这土地拢袂使利用啊，好，这个矛盾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这个不解决问题很大。那现在问题就来了。现在云嘉南风景管理处的人，他去执法，他看到有人违法捞捕，他去开单，因为私地你只要有捞捕，你就要罚6万，他就去准备去执法，结果被现场的民众，哦、把这一个记证、哦、把他痛打一顿、哦，就把他痛打一顿。我这个是要凸显的，就是说沿海地方的一个土地矛盾。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云嘉南滨海风景管理区，它基于云嘉南风景管理处的一个组织通则第十一条是有规定说，管理处可以设置驻卫警察或商请警察机关设置专业警察，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这一个组织通则都成为据文，没有任何的一个实施，所以变得说这个风管处在开单的时候。好，会面临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是不是请部长跟我们署长可以去讨论一下？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组织通则，可是却没有驻卫警察或专业警察，变得说这些人在执法的时候会面临一些风险。好，我们请部长这部分可以纳入这个讨论一下。好，谢谢。我来了解一下。好，谢谢。好，委员时间到哈。好，那接下来请黄伟哲委员不在。请林代华委员、不在，请郑应鹏委员、郑应成委员不在，请杨正武委员。我们杨委员执行完，我们休息10分钟，哈。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叶部长。部长。杨委员好。哎、欸，部长好。部长，我想今天早上到现在，除了很辛苦之外，我想也有很多委员、本院的很多同事也都跟您就教过了哈。那本席也知道，我们看很多社会的舆论啊，还有对您的评价也都很正面啊，也都是褒过于贬啊。那其中让人家印象特别深刻的，就觉得你是个全才啊。哦，做什么拢会使都对啊。哦，没有，不好意思。翻开你还真别谦虚啊哈，翻开你的经历，还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哈。你在2007年的时候被阿扁总统提名为大法官嘛，对不对？当时立法院有行使同意权，那有四位，包含您在内，有四位因为同意票数不足被刷下来了。你会不会觉得很遗憾呢、啊？当时没有当上大法官。我当然尊重委员的决定了哈。那这些我都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现在好好把现在这个工作做好。不过部长啊。很多东西哈，过去了就过去了啦。好，新政府上台，很多应该要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要一直在有太多的政治性了哈。但是当时的提名过程，我坦白讲，本席觉得你做了一件对的事，也做了一件不对的事了。好，那我提醒你一下，你对的事是你当时提名以后你就退出民进党，哦，因为你显示出超党派超人的立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了哈。我是希望你现在在。已经当上了第一大部的部长了哈，我希望你在施政的时候也能够有一样的理念，不要被太多的立场跟这些政治给左右了啊、哦。这个是本席期勉你的话。另外呢，你也说了，在你提名遭到否决之后，你愤恨不平的说，这根本不是立委在行使同意权，是政党在行使同意权，政党的利益凌驾于宪法的精神，所以心情很不好受啊、哦。那我就很好奇啊。没有错，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没有错。但是我们现在呢，在民进党立委的提案跟推动之下，已经通过地方制度法的修正，以后连这个正副议长的选举都要记名投票哦。那当时坚持要过，强行通过，
就是为了让党纪更加贯彻，让政党政治更加彰显。那你因为大法官没有过关，然后你批评说政党利益凌驾宪法，那现在看起来，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制度法的修正，你是那地方制度法的主管单位吧，对不对？那也一样啊，也是高举着政党的利益，要高于这些相关的规定，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修正。部长，我不知道你现在看法有没有改变，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的立场有没有变化？我非常认为我们政府各部门，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各部门，都要能够体会到宪法赋予给他的角色。对，我也认为在这个基础之下，我们台湾的民主骄傲才真正能够落实。所以我整个的方向都往这里走。那如果我当时有提到任何事情，我唯一提的可能就是这样。我对我自己我不在乎，但是我对体制很在意。所以我当时所看到的现象是，许多委员根本没有机会进入投票，这是我比较关心的部分。好，我想是这样了。那但是我本人并不想提这个问题，就委员问起。我知道，我知道，当然是我问题啊。关心的是宪政体制的。当然是我问起。当你们遇到自己关心的议题或主张的议题或自身的一些事情，这个时候就会控诉政党利益超过宪法。当你们觉得说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要追求政党政治的时候，这个时候政党政治又无限上纲程，是你们追求的目标，是你们有了政党政治的精神之后什么都可以做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你们去深思，特别是你主管内政部，以后还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另外，我会在内政部的职权里面很认真的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但是确实是特别是刚才您所提到的许多，恐怕不是我内政部的职权了。没有问题啦，反正现在是在跟你沟通一下观念。当然，每一个部会的首长，如果他的观念都正确的话，那自然都没有问题的嘛。你也会有在你的业务范围内会遇到的，所以本席就提醒你一下。一开始我为什么会说你是全才我发现你接触过的业务蛮多的。你之前在之前的扁政府任内呢，你担任过那个研考会主委跟政务委员嘛，对不对？当时你的的确确做了一件事，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了，就是说你当时负责督导内政部的业务，当时陆出境管理局改制为移民署空勤总队的成立都是来自你的规划嘛，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那2005年11月空勤总队正式成立，当时应该是算是在你主导规划下产生的嘛。好，我对于你能够将当时的空中警察队、空中消防队的筹备处、民航局的空航空队、海巡署的空中征询队整并，成立一个空勤总队，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有一个很遗憾的事情，我先问你，你知不知道本席是哪一个选区的？金门。对，那你知不知道我说的遗憾是什么？我大概知道，不过还是委员来讲比较好。好，当时呢，消防署去金门考察的时候呢，灾防考察的时候，当地的一些首长也跟消防署提出希望空勤总队进驻金门啊，那消防署也当场表示同意，那回来之后会推动，但很可惜这个案子后来无疾而终，这个案子无疾而终啊。我觉得你把空勤总队把它组建起来，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组建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它有五大任务嘛，对，好，救灾救难，但是不管是什么任务都不外乎是要照顾到国人的生命的保障，对，没有错吧？对，当时的遗憾，在前几个月，前任政府的任内，已经经过会议决定，在今年年底，空勤总队进驻金门，担负起离岛居民医疗获送的这一个使命跟责任，协助离岛居民保障生命的安全。这件事可能你还不一定知道，但是我想请教你，在我刚才讲的这个精神之下，这个政策你会不会推翻它？会不会延续它？我第一个反应应该是说，对于包括金门、马祖许多离岛这方面后送的这方面的需求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力去满足，好，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我们应该把我们现有的资源做最有效的配置，那以能够满足这一些需求为前提之下，
那么去做配置。那对于离岛要有特殊的考虑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哈，第三点，我认为怎么样把资源运用到最好，不是只有单纯看今天空勤总队里面有多少架直升机，是应该结合民间。好，那所以部长，你不要讲了，不要讲了。那看来你应该是有做过功课，不要说不知道了哈。我这样跟你讲吧，你在这边站在那个位置上讲得很轻松，你知道吗？你不要去看那个数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金门马祖的乡亲是数字反映不出来的？不要在那边笑嘻嘻的说资源做最好的配置，争取了十几年，多少台湾没有枉死？就在上个月几起重大车祸，因为后送单路失血过多要截肢，如果能够找到他的四肢可以健全，你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后送来不及枉死在这个路上？到这个时候，大家期待新政府能够有一个新的做法，大家对你的风评也是你相对比较有人道关怀。本席好好的跟你讲，你还在那边跟我扯资源的分配。新任的上一任的政府都已经核定了，又不是要你去核定，只是问你说这个政策要不要延续。你讲那么多，委员要我继续讲吗？我告诉你，你刚才讲的大概就是这十几年来听到的话。民间现在就只有一家民用的航空公司，有两架直升机在马祖。等到他们把这一个机队能够备齐了，能够建制了，还要等多久？人命可以等吗？如果一个主管单位碰到百姓的生命的时候，考虑的是要扶持民间的力量，要借重民间的，还要等？人命在你们来讲那么不值钱吗？杨委员，容我再重申我刚才讲的重点。我非常谢谢你对金门民众后送需求的关心，我跟你同样很重视。我也非常了解机队的派遣，不是单纯只是把飞机送过去就好，飞机送过去之后还要能够维持，还要维修，我们当然知道，许多飞机过去还要有人员进驻，还要有停机场棚，还要配套维修。对，但是我告诉你，当然不是飞机过去就好，但是飞机没过去，什么都没有。我现在所了解的，我们整个空中勤务的配置，北中南东用30分钟线画出来，涵盖了我们台湾大部分的部分。我告诉你，但是对于金门，要金门每一个后送的案例，几乎都要花到五六个小时，所有心肌梗塞、脑溢血、重大车祸，通通来不及。我非常能够理解这样子的需求，我们只是在想办法怎么样把这样的需求反映出来。部长，我告诉你，今天本席只是最卑微的要求你，不要去推翻这一个争取那么多年好不容易定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并不是要你去打开它，或者是要你去建立它，只是最卑微的要求你，既然已经核定了，你就不要再推翻它。这样子有很困难吗？我并没有要推翻任何政策，但是我只是要跟委员们沟通，如果我们真的是为金门或者是离岛区居民他们的后送的需求的话，我跟委员的报告还是一样，不是只有单纯增不增加机队，包括怎么在金门当地建立更好的医疗网，怎么样能够支持，我告诉你，这个才是我告诉你真正重要的。在协调会上面我是怎么发脾气的，我告诉你，你问卫福部的时候，卫福部告诉你国家医疗资源有限，医疗要分级，十几万人口不能跟200万人口一样有那么好的医疗设施设备，大家要体谅国家医疗资源有限，没错吧？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要求后送。等到要后送的时候，就跟你现在的口吻一样，啊，还是要完成在地医疗，怎么样让在地医疗更好？你告诉我，我们从多方面来努力，就在你们推来推去之间就没有了，是不是？我们多方面来努力了，多方面来努力，包括这一个我们的空中支援哦，机队后送的这个部分哦，我一定要 make sure 确保我们金门的这个居民的需求是能够被这个完美的实现。那但是怎么样去达到这样的方向，这是我们现在很努力去做的事情。
部长，时间的关系啊，本席最后再讲一句话。我希望你能够把你今天说的话记住 ，make sure 金门百姓他的这一个生命权能够被完美的去照料到，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委员。部长找个时间去金门看一下啦，解决问题比较，哎，去走一趟啦，去走一趟啦。哎呀，好，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哈。当然生气啊，争取了十几年好不容易争取到，看样子要推翻。科长，你们不要每次好好跟你们讲，你们每次都表扬出去啊。照我的决定，就另定期出，就今天要去，因为你今天就是他，就他，过没有，刚刚有人家他们出去，那个当时我们就没有，那个是在台湾，就是他这个是对，就是今天的事情，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希望，是啊，这就是这样，这样子花了五千里面，我是形状证明。
来，我们继续开会哈。接下来我们请叶怡金委员，叶怡金委员，叶怡金委员不在。苏志芬委员，苏志芬委员，苏志芬委员不在。吴坤毅委员，吴坤毅委员，吴坤毅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现在请李彦秀委员。谢谢赵伟，我是不是可以邀请我们内政部叶部长？那请部长。我顺便请一下警政署陈国恩陈署长。部长好，署长好，我派一个帮在帮你旁边小心的作答一下哦。部长署长，那个我今天质询的内容哦，其实还是跟我长期关注警界的一些议题很有关系哦，所以我特别帮你打一点小 pass， 让陈署长上来协助你。署长，你知道警察节是哪一天吗？莫个讲啊。是6月15号了。对，6月15号哦。署长，你知道我们先看一下几张幻灯片，来放一下。可以吗？署长，那个部长，署长，我的幻灯片也就是要针对于这几年，当然我们现在集邮法目前还没有完成三读哦，还在讨论，还留在院会当中哦。从103年开始，我们集邮法的数量跟数件哦，我们都可以看到，从96年开始哦，到103年哦。到103年是14751件，再看下一张。历年来未申请的集邮的次数也慢慢在增多，不用申请的103年就已经达到2409件。那当然，我们现在虽然是民进党完全的执政，但也不代表未来集邮的数量数件会减少，这都是未知数。特别是我们现在还在修集邮法哦，所以。想必未来警察的业务也会越来越重。再看下一张照片，这个是历年来处理集合会游行的警力数哦。看到从196年开始的180000到103年，我们的警力数在103年就动员了64万6000哦，张家庆65万，这个数字很可怕。再看下一张。我们光就台北市来看哦，这个直辖市的首都哦，游行的重镇区哦，到103年就是将近2000件，1968件。再看下一张。那我回过头，我先拉一个台北市的警力数来跟部长来做探讨跟讨论哦。我们看到从96年员额数，事实上应尽的员额数警力应该有9943，实际数呢只有7543，跳，我就每一年都是短缺，我们目前都维持在7800、7500、7500、7500哦。那今年103年7440，这大概是历年来103年哦，103年的时候的实际。员警数在台北市算是最少，离我们应该的员额数9900多还少，短缺2500多。好，再看下一张。好，部长署长，看到这些实际的员警数哦，我就不仅真的是要替很多警察叫屈，从发生内湖的这个小灯泡的事件之后，我们都要求。见警率要非常的频繁，就是说 我发现很多是跟着社会的议题事件发生，这个政捷的捷运那哇，这个见警率要在所有的捷运站。这一次发生这个小灯泡的事件之后，我们也要求全国见警率可能在校园的周遭都还是要有，所以警察的工作时间按照劳基法哈。我们应该第一个要检讨的是警政署，但是没有办法，当发生一个社会事件的时候，警察疲于奔命，所以第一个爆肝的就是警察。我非常不希望我们未来招募员警或警察学校
要让学生进来，让他们意愿降低很多，因为这是一个爆肝的工作。当然，接下来为止，包括警察的执行的方法跟执行的那一条线，到底界定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警察未来怎么去拿捏。我反对警察执法过当，但是根据每一次的选举，政党会轮替，每一个政府对于执法的那一条线，这不一定是一样的。部长，你同意我的说法吗？我大方向应该是要一样才对了，实际执行不一样啊。实际执行哈，那面临各种不同的情境。那部长，那我先请教你，未来民众的抗议陈情事件，如果再一次闯入官舍，它到底是政治事件还是司法法律事件？你也是大法官出身啊。没有，我们不是大法官出身，我是学校曾经被提名，曾经被提名，曾经希望被提名。你或许有这样的潜力。刚才已经说不要再提那一段那个。好，不要提那一段。那我就非常，我也非常敬佩你在法律上。其实我也蛮尊重法律的专业了，所以我不愿意再提那一段。好，应该是有一些我认为比较好的想法了哈，所以希望委员们多多的。好，那部长，那就这件事情，如果因为未来集会游行法修改之后，难免未来有很多的议题，民间团体还是会闯入官舍。这个闯入官舍的地点，或许不是在行政院，在各县市政府都有可能。我反对警察的执法过当，但是什么是警察可以执法的那一条线，标准应该定在哪里？委员，那个我们当然认为，这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有些已经在司法处理，我也期待未来的司法能够不只是做出决定，而且能够对于法治的一些底线、一些思考，他们会提出一些论述哈。那过去其实有相当多这一类的课题，就是我们政府职权的行使到底是怎么样才对。这个我们一方面有宪法的引导，另外一方面部长，你今天一定要很清楚。部长，你今天一定要很清楚的回复我，因为现在警察大家都在看，因为未来执法到底要怎么执行？这次太阳花的事件，我们全部，我们都是无罪释放。那未来闯入官舍这件事情，所有的学生、民间团体也都在看。只要跟我意政府的意见，各县从中央到地方，各县市政府，只要跟我意见不一样的，我是不是都可以走进去抗议，而不是只有在门口抗议？所以这件事情，那警察到底是只要站在旁边服务大家，还是警察就是说，请进，你们进来的今天是法律案，还是政治事件？如果是政治事件，那就欢迎你们进来。对于每个陈情人，如果是政治事件，都欢迎你可以随时闯进公社。那所有的陈情跟民间团体都会说这是政治事件。这也就是最近为什么有一段网络的笑话在调侃你的最主要原因。那我今天不在这边用我的时间跟你探讨这一段。但是部长，警察是一个爆肝超过工时的工作，如果连一个执法的标准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给他的话，他针对每一次的事件可能长官都有不同的交代，要执法到哪一个程度，哪一条线是应该遵守的。我觉得如果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SOP 的标准方向的话，我觉得警察真的是做不下去。委员，我想我们也要信任警察了哈。事实上，警察并不是机器，按照非常机械化的标准在行事。他也不是服务人员，但是他们，但是部长，他们面对具体的情境所有执法的标准是要做很多判断。所有的执法标准会因为不同的政府会有不同的做法。那我请问部长，未来如果闯入官舍，譬如说现在虽然柯文哲是台北市市长，如果有民间团体要抗议走进去这个台北市政府的话，没有经过申请要闯入公社破坏公务的话，请问他说他是政治事件，请问警察要不要挡他？我们警察绝对站在依法行政的角度。那部长，你回答我，这个依法行政叫做官话？因为过去警察执法，你这样讲，那叫做过去警察执法不叫做依法行政咯。所以部长，我今天不是跟你要对骂，但是我认为那一条线应该更清楚的划定出来。现在警察不知道怎么做，我每一次我都要等
长官交代我今天我这一条线我应该怎么拉，这个会根据每一个事件，那条线是不同标准。如果不小心超过那一点点，它叫做执法过当，到最后变成警察自己吃上官司，然后最后自己要走上法院，甚至如果和解自己还要掏腰包，每个月才3万多块，有些还没有那么多钱，还是警友会募出来的。我刚才强调我反对执法过当，但是我认为主管机关应该那一条线界定得更清楚，不应该是不同执政党的执政或各县市政府，它是不同的政府来去做主导，它的标准就不一样。我反对，因为不同的执政就要有不同的标准了。所以我认为你那一条线就要确定出来。所以闯入官舍这件事情，部长未来闯入官舍这件事情，到这他如果讲他是政治事件，他不是法律案件，他也不是司法案件。那委员，你既然追问了，让我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下？好，那你再讲清楚一下。事实上，法律真的是我们的底线，但是我们的法律执行有一些是告诉乃论，有一些是公诉。今天所有院长处理的都是告诉乃论的部分，有些案子公诉的部分都还在法院进行。所以今天不是那种我们今天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严重的特定的立场，然后进行360度的转弯，我们还是要维护。部长，因为我的时间到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认为警察依法行政的标准线应该就只有一条线而已，不应该针对每一次的事件有不同的标准线出来。那警察真的做不下去，很难做，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警力刚永远短缺。警察的工作叫做爆肝工作，而且要依不同的长官、不同的事件做不同的执行方面的处理。各县市我就碰到这样的状况，我不知道未来中央会不会有任何抗议的抗城事件、城抗事件，但是那一条线怎么做、怎么说，我希望部长你要打造一个好一点的工作环境给警察，除了不是爆肝工时，执行的工作如何执行，那一条线请你更清楚的画出来。谢谢委员，一起努力。好，谢谢委员。这样子，那个因为大概等一下执行的委员，我是不是征求委员会同意我们来处理那一天的复议案跟我们几个临时动议，好不好？在这个时间点先处理，要不然等一下大家跑掉的时候又没有人可以处理，好不好？那我们先处理三个复议案。我想那天上次那个会议案我同意，那我也请你们去做了一个修改。那我们那个修改的文字，我们请那个秘书处念一下，然后还有几个临时动议。啊？你猛掉啊？因为我惊大家走去你。你在等嘛哈？没有问题哈。好。我两个姜伟，那我你的大帅哥留下来一下好了，我们几分钟很快，因为我们都已经协商了，好不好？好，他那边呢？啊？好了，那个拼搏照的啦，安尼好不好？打拼搏照，那你们把那个临时动议，请各单位再看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来。吴志扬委员不在，请赖世宝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委员不在，请蒋乃兴委员不在，请吴思瑶委员不在，请陈明文委员不在，请何新存委员不在，请萧美琴委员不在，请刘兆豪委员不在，请管碧玲委员不在，请苏正清委员不在，请陈欧博委员不在，请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李义林委员不在，请罗明才委员不在，请江启成委员。那个各单位如果那个临时动议的，大家去看一下。
修正等等哈，那先请出来。好，谢谢主席，麻烦主席先邀请部长。请部长。江委员好。哎，部长好哈。这个我想你也是算是学界了哈，然后来担任这个政务官哈，而且在之前也有政务官的经验。那不过内政部应该是比之前你所担任的研考会大多了啦，好，这个部会是天下第一大部啊，所以你要带领这一个内政部啊，我当然你的能力我们都肯定啊，那但是这个工作、啊、相对是蛮具挑战性的啊。那首先我必须替广大的老百姓跟部长讲啊，现在的毒品啊。的问题之严重，我相信前几位委员应该也都有咨询到这个问题。我早上中午的时候，我在问法务部长的时候，我说：“你今天在提说要把这些受刑人，好、哦、白天让他到外面去工作，啊、哦，晚上回来。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没有办法解决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要解决，必须从根本去处理啦。这个根本的处理就是，到底我们现在监狱里面哪些人最多？他给我回答，最多的就是烟毒犯，对不对？部长你也很清楚嘛。第二个才是这个犯这个公共危险罪的。哦、那烟毒犯的部分啦、啊，这个问题实在是过去四年我当立委啊，我每一次对内政部的质询。对啊、法务部的质询，甚至对陆委会的质询，我都提到这个问题。可是我搞不懂，为什么吸毒的人数还是没有下降，然后被抓到，然后进监狱的人越来越多。所以部长，你作为一个新任的内政部长，我想大家都还是有一个期许啦，怎么样能够把毒品的问题啊、哦？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我不敢说彻底的解决，但能不能有效的遏止，是你来当部长，我觉得，其他事情或许你可以不见得马上处理，可是这个问题啊，从我的角度，我会希望马上处理，啊，部长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我非常非常感谢委员把这个问题啊认为是重要的问题，那我也是认为很重要啊，那不只是从监狱人数的、哦、反应，当然也了解到一些再犯社会边缘人啊，许、哦、多跟毒品有关、哦、但是毒品的特性、哦、我也了解到许多国家面对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做法。有些国家很早以前，美国的总统时常都是设立一个啊、哦、这个反毒的这样的一个汇报，那所以它是一个很跨越很多部会。哦、那也跟人民这个还有跟家庭都非常有关的一个课题。那我当然之前也曾经对这个问题有表示一些看法了哈。那我基本上是认为说，这个课题不是单纯从后端去追啊谁违法这样子的问题，而要从更前端去看。所以委员刚才也提到说，你也在纳闷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存在。那其实你从吸毒的人的背后去看说为什么会这样的话，那牵涉到很严重的社会结构的问题、嗯哦、那其实我们应该更丰富社会的这个内涵，让各种不同正当的活动那当然多一点，那让大家更有更多可以迎向更阳光、哦、更丰富多元的这个生活内涵，那避免比较多元，然后这样、比较那个孤寂，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好，那这个当然是很长远的事情、哦、不过呢我们不应该只是在谈这个反毒的时候单纯只是想到警察要去抓这样子的一个思考，这永远是必须重视的、嗯、但是这方面要努力、哦嗯、那 要全面性的努力。那里面可能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确实啊，确实要从社会的结构里面看这个问题、啊、然后寻求社会的支撑啊、那这样整个事情才有可能在各部会共同的努力以及我们这个政府重视的情况之下，这个事情才会有解。部长、啊、所以我非常感谢几个数字，我想你应该也不陌生啦。
那我觉得最近几个数字让我们比较惊讶的是说，当然第一个用药的年龄明显下降到12岁，第二个首次用药的地点有23%是在学校哦，然后还有10%几啊、哦、是常读的地点是在家里，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真的是让我们听了知道了以后都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子？而且如果你真的去问这些国中生啊、哦，甚至国小的，他们其实现在对毒品都略有所闻哎，甚至有可能就知道同学当中谁有碰触到这个毒品哦。所以我觉得，因为他是在学校，不见得是你警察能够涉入啦。啊，最近还有某一位媒体人公开的讲，他说云林的某一所高中，他说他们尿液检查有一半有问题耶、欸，有一半耶、欸。啊，当然我没有去问这个媒体人，他指的是哪一所啦？可是他有明确指出来是云林，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不是完全内政部的事情，我也同意。但是内政部作为这方面最大的一个部门，而且你拥有警察这些的治安、社会治安的维护，这都跟毒品有关。我们最近发生了很多的这种意外，应该说不是讲意外，而是说不预警杀人。这种事件好多都跟毒品吸食有关系，所以你会发觉，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处理的话，你后端的治安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哦、很多是你无法预期的。我们不希望说，部长你任内你将来要处理很多这样子的那种不预警杀人的事件，而且这种杀人都是让社会很震惊的，真的非常的震惊。甚至你看，有一些是为了这个杀父母的。哦、而且那个残忍 的行径啊，有时候真的是天地不容啊。所以啊，部长，毒品的事情我觉得你要立为重中之重的。第二个枪支啊，枪支的泛滥我也觉得最近这一年哦有扩大的趋势。我不晓得是因为警政机关的查缉，还是说有任何这个管道啊我们没有查到，所以枪支的泛滥哦，我们现在常在地方上啊会时有所闻，所以毒品跟枪支这两个会结合在一起，不然你应该很清楚啦。对，我讲你后面的警政署长也非常的清楚，对，这两者绝对会结合在一起，所以当这两个在社会上广泛的泛滥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这个国家就出问题了、啊。所以部长你的责任之重大，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你接下来你的施政当中你非常重要的两项，对，好，我们希望你，当然你可以寄望说其他部位，包括卫福单位啦、社福单位啦，哈，或者是法务单位去做相关的配套跟教育，但是内政部你作为这一个治安的维护的最大的负责单位，你必须在这一块有所作为。过去我们有扫黑啊。有扫毒黑，有扫毒啊，有黑枪的这些打击啊等等啊、哦，我不晓得在你任内你会不会，不管是继续或者是扩大啦，好、哦，因为某种程度上政府的吓阻力还是有效的啦，还是有效的啦，好、哦，所以这部分怎么样？你有什么这个铁腕的手段？我们刑事警察局哦，那毒品查缉中心结合各县市哈、哦，在。特别就毒品这方面，其实也一直在强化它的量能哈。那我非常同意委员刚才讲的，其实虽然这是跨部位，但是内政部的业务里面扮演也是蛮重要的角色、嗯。那我们不会缺席，不止不会缺席，我们就是甚至于更重视它一点啊，在我们职权范围内还要做到更多的一些横向的协调啊。那这方面跟委员的这个认知跟想法的方向是相当一致的，只是怎么去做的时候，你要不要宣示一下你打击这个枪支跟毒品的决心呢、啊？
哇，这个当然是 很努力的要往这方面来走了哈。当然我认为这当然是面对社会这一些现实存在的这些问题，当然我们警察是责无旁贷，而且是当成重要的课题来做。那也希望社会在这个议题的处理上不要轻忽我们警察的决心了。好，你谈到不要轻忽警察的决心，我要提出来哈，警察这些同仁啊，人民的保姆都很辛苦。可是前阵子我看到宜兰那一件啊，这个要讲不良少年还是什么啊？在加油站这样就当众打这些加油站的员工跟老板，然后我们警察到了，好像也没有人，那些好像也不甩他。我觉得警察的公权力的行使啊，是有必要做一些检讨的。啊，你赋予他执行公权力，你就应该把相关的配备给他，让他能够没有恐惧、没有顾虑的来使用他该有的这些配备，然后来行使公权力。所以部长，你必须要替这些警察，啊，想办法让他们在用枪也好，用他的这些相关的这些配备也好，能够更没有这些顾虑啦。否则他们现在有，我知道有一些警察啊，他担心用了之后我就要写报告啊，甚至要面临法律的诉讼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公权力无法伸张，然后你毒品枪械又泛滥，那怎么办？这整个治安就会越来越糟糕啊。我涉送的部门确实有基金在补助了哈，不过当然不只是如此，我们怎样营造一个更好的执法环境，这才是我觉得整体应该努力的方向。感谢委员的，好不好？这部分我希望说你刚上任哦，这个能够列为你重要的施政的目标了，好不好？好，谢谢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姚文智委员。姚委员，等我一分钟哈，那个临时提案印给各位委员看一下，好不好？好。好，主席，各位先进，我想请叶部长。请部长。姚委员好。叶部长辛苦了，我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最后一个质询了哈，快要结束了。今天是你。这个从过去研考会啊，再回到政府部门嘛哈，那也先跟你恭喜啊。那但是内政部啊，在我们这两届这四五年来，大概有换了几位部长哈，大概每一次新上任的这个业务报告哈，大概我都会提醒一下哈。这内政部真的是包山包海了哈，这业务非常的繁重，不过。也蛮特别哦，过去江宜桦担任过研考会主委，然后担任内政部长，那你跟他还蛮接近，啊，还蛮接近，啊，表示什么？表示其实研考会还有内政部啊，对各部会的很多的业务啊，还是有这个这个比较容易熟悉哈，比较驾轻就熟，因为大概都会碰触到哈，啊，不晓得你会不会未来也当院长了哈？这个啊，这阿雷我都旁听啊，这老同事打打招呼了哈。但是哈，但是还是要坦白讲哈，我还因为业务非常多，很多事情我觉得借这个机会要提醒部长了哈。第一个，我看到这个很多报告里面哈，少子化是不是一个大的问题？部长应该是吧，是个趋势，也是个问题。那现在新政府的分工是不是还是内政部来掌握这个问题的趋势，怎么样来解决？我想应该跟很多部会都有关系，内政部也是当中一个部分都有关系。但是过去是主政的单位哈，那马英九时代，他还认为这是一个国家问题，因为我们是全世界这个出生率最低的国家。好，但是我提醒部长啊。在你的报告里面呢，其实没有点到这个问题。好，这个我有些东西我真的必须提醒你。第一个是少子化的问题，然后再来社会安全网的问题。这跟警政有关。刚刚几位委员也有提到，我们妇幼安全、社会治安的维护，
好，我们小英总统在总统这个就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要补足这个社会安全网？我想内政部绝对是第一线啊，怎么样跟卫福部合作啊？还有警政，我们的社区的治安啊，我也希望署长也站起来哈、啊。其实不用了，但是也希望啊，让我们看到哦、啊，看到我们建级旅级的做法。好、啊，那个你既然站起来了哈、啊，那个反毒的问题啊。因为狱政里面超过六成以上啊占用的都是烟毒犯，那毒品的问题刚刚江启臣委员他的提示啊也已经很清楚。那在3月30号，我不晓得部长知不知道啊，这个民进党的中常会其实特别请了专家去报告这个反毒的问题啊。好，那他是一个这个新总统是才是说这个源头管理啊，然后要认为这是一个治安的、哦、首要解决的问题啊。部长，我讲到这个，我看其实好几个部长来做都可以啊，但是现在通通落在你身上啊，还不止啊，我们才刚通过国土三法，啊，那国土规划的问题，我们的海域海岸的问题啊，刚刚蔡议员也问了湿地的问题啊，那怎么样让这个我们的土地的利用啊，还有我们环境的维护、国土的保安，啊、也是你的问题啊。来，再来，其实今天我比较关切的问题啊，一直都在这个内政委员会，都是关切住宅跟都更的问题。啊，我特别注意到，就其他的业务来讲哈、啊，大概我想部长也上任这一个礼拜了。其他业务来讲，我看哦，有些大概方向跟过去也一致。好，那当然未来我们期待，啊，你在更多的讨论、更多的沟通之后，有更让人家一心耳目的做法。好，但是我看到住宅的问题哈，那个我看许署长也上来了啊，这个我特别问一下，这个租赁专法的构想大概是怎么样？租赁专法。今天洪市长也没有来哈，但是我看到你们的报告里面啊，大概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哈，因为这一个事实上是上任李部长，好，他也很想突破，李鸿源部长时代就开始，然后从租屋平台、租屋补贴啊，不断在推动，但是都功败垂成，而且屡次在这里道歉了哈。好，叶部长你可能不知道哈，李鸿源部长是。大概我每次上来，他都道歉一次，就是光这个。但是你今天其实你是很有胆识哈，那提出这个租赁专法，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大概的构想？好，我们请司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委员好，这个有关租赁专法的部分、哦、那因为它可能里面呢、哦，它必须要包含的可能有。这个租屋出租或承租这个人民的权利义务方面的关系，那或许有一些比如说是税务方面的，那可能会包含比较多，因为也担心说如果对于这个承租者的保障过度，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闭锁的效果，所以我们目前都一直在收集各界的一个意见，那我们这个意见比较明确之后，我们也会委托做这个条文的一些研拟，那我们大概就是所以现在是处于收集意见的阶段吗？是是，那我们来了，市长，我请教你，那个现在我们的出租率占我们住宅市场大概几 percent？ 这个部分之前是我们的营建署曾经有做过一些这个调查，大概署长会不会比较知道？对，大概80万户啊，一成左右啊，大概一成左右。是，那你知道这里面收到，就是说房东有照实缴税的有多少？非常低。我记得看了一个报告，就是一年里面大概才1000多件有去，就是有去公证、有去报税这样。部长啊，那袂使啦，没有那么少啦。虽然很少，但是也没有那么少啊。你前面的答案不是80万件吗？是。哎，我们这个是看他的一个委托研究报告里面。啊，我跟你讲好了，你们两位请回了。我其实哦，问一下就一叶知秋了，部长。部长哈、哦，我们其实期待，我刚刚为什么前面提很多问题？
内政部真的包山包海，所以你的挑战是很大的，做得好，由你作为整个国家部会的龙头啊，新政府我想很多很多的成效立竿见影，我们看得到它的改变，那如果做不好，这就其实是这个栋梁之倾斜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真的要非常戒慎恐惧的，那这个租赁专法可以讨论，但是怎么样让租赁的住宅市场能够正常化，它是不是要专法，我觉得都可以讨论，但是过去就是这个这个租屋的黑数，所谓黑数就是说都不申报，重点在不申报，那不申报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解决，有没有什么诱因，那它有的影响如何，部长你可能不晓得，我们的租屋收入还牵涉到健保的费用，我们过去健保的费用叠床架屋，二代健保还要抽，还要在这里，如果你申报的话还要抽税，那难怪很多房东都不愿意申报，那现在我知道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社会住宅一方面当然努力来推动，但一方面推动租屋的平台，就是租屋，然后这个代管代租，应该是这样的方向嘛，代管代租，所以要把租屋市场正常化，然后透过什么样的奖励或者是这个处罚的限制，来诱导它能够发展正常，来解决一时之间达不到的社会住宅的量，而且过去宣示的200,000户的社会住宅就是从这里嘛，我想这个道理我们几次沟通也知道，对，不过这个我看起来部长，我其实在这里提醒，因为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都更条例，都更条例过去讨论很久一直讨论不出来，我认为这个两位部长次长应该把过去那个讨论过程看一看，因为我看到已经这不晓得哪位已经受访说过去的旧政府提的还不错，错了，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啦，还不错是说解决大法官这个709号的解释或许勉强去解决，但是我们期待于都更条例尤其期待于都更条例的推动，它能够透过公办都更的进行，然后让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住宅在这里因为容积的奖励给予补充，在这个部分过去的案子怎么可能有想到没有提到这个了，都更的机构都更的基金，然后这个公有土地该怎么解决，其实内政上个会期的虽然没有通过，但是预审小组各个面向都讨论过了，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都更到底有没有效率，如果照媒体报道的台北市大台北地区总共要2300多年才能够完全都更，那我们要怎么解决，我们要怎么样应付这个房屋老旧，然后这个我们容易这个多地震的地方，地质变动或者是土壤液化其实都很复杂，我认为我真的这里这个建议这个对媒体的发言这部分要谨慎，我宁可我一直都愿意给新的团队更多的时间，那好好讨论，好好讨论，掌握这个问题的症结，这个不要一下就定位就容易就犯了一些这个很难再解释的错误了，那所以回过头来我讲的租赁专法，我刚刚咨询的租赁专法恐怕也是这样的现象，那今天我知道多半负责的是花次长了，那花次长也是老朋友，但是就是这个施政的节奏，施政的节奏我在这里提醒，因为内政部真的包山包海，我刚刚还有很多没有念到，你的防灾的问题，这个出入国移民的问题，连难民的问题都是，搞不好新南向也有跟你们有关，有那么多的问题底下深思熟虑，站稳脚步，然后这个轻重节奏，步步出击我认为这个特别提醒那个叶部长，也希望叶部长经过内政部长这未来没有当年大法官那个遗憾，宏图大展，谢谢。
谢谢，谢谢委员的鼓励，谢谢。来，接下来我们请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不在，那所有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外，都已发言完毕，行答结束。委员席珍为林德虎所提书面执行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内政部另以书面答复。本日会议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部分，亦请另以书面答复。现在处理就上市的几个案子跟临时提案，请宣读。还有那个复议的几个案子，这三个念过的吗？好，那就先处理这三个，还是全部一起念完？好，那你还要再宣读吗？好。前次会议所提复议案临时提案第一案，建议修正第一案倒数第三行，建议国防部及财政部应厘清产权争议，使将争议营地圈地移交国有财产署，已移交国有财产署者，应造册列表于一个月内拟具书面报告至内政委员会，以利解决相关争议。来，那个请提出。嘿，对，这个是修正过的。主席，各位同仁，这个案子是上一次的复议案了，因为可能我们没不够专心了，所以我们招委已经处理过了，没有听到，但是这个案子我们还是有意见。第一个，国防部跟财政部今天都不在场，而且国防部跟财政部都不是内政委员会所监督的对象，所以这个临时提案提要国防部财政部做什么，我认为不适宜在内政部提出来，在内政委员会提出来，所以这个案子我们没有办法同意了。我们没有办法同意，好，谢谢。那个报告委员会，今天早上其实是陈其迈委员来这边做的这个修改，原来本来是要请那个国防部跟这个财政部也到场，那现在你们又推翻早上你们自己所做的。不，您大家会知道讲好的，啊，现在又给推翻，我想没有这个，你说什么？啊，他来这才没讲好的啊，他说做的这样的修改啊。那上次念的时候，对，陈其迈我刚刚讲了，哦，阿等同，对他不是反对你，他是反对陈其迈，对了，好了，不是反对陈其迈，没关，那第二案呢，没关系的，反对陈其迈也没关系，反对谁都一样了。这个案我没有意见了。第二个案有没有意见？要念吗？第二个案我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好的，没有。这个也是有修正动议，也是陈其迈委员来这边协调的。那，啊，你们早上公料下晡的假行规环境哦。你信吗？这个很奇怪嘛，对不对？要不然我们要找，因为我们当时是联合的。没有处理嘛，所以我们现在处理。所以本来今天早上本来是要请各单位要过来的，那就是陈其迈委员说不用，然后把他做了修改。啊，你们现在又对啊？好了，你文字修正你提出来了。啊，主席，不好意思哈，有关第二案的临时提案哈，这个部分哈，我们建议哈，这个内政部、财政部、行政院农委会、国防部、行政院退辅会哈，那历年我们绝对不可能清查的啦哈，这个各部会不可能所有历年的资料，然后把它清查出来，所以我们建议是这样哈，民众陈情土地财产争议无法解决之分析分类，原因的分析啦，原因的分析分类，然后会诊成册于一个月内，其实一个月也不够了，我们这里建议三个月了，于三个月提出书面报告。那请问各位委员对修改的文字有没有意见？那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哈。然后第三案是不是？啊，第三案那个郑天才委员撤回哈。
行政部有没有意见？那个土地的权状证明不完，对，好，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土地权利证明文件，这样会比较清楚，因为土地权状不完备是比较没有那个。好，那个临时动议哈的几个提案，各个单位如果有意见的，请你们拿书面出来。好，那个都已经从早上到现在的，好，那把它修正。各位委员对刚才内政部的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那第三案郑天才委员的提案，他说要撤回，我们就让他撤回。然后我们先读临时提案，第一案念完了吗？还没念，这个念一下。临时提案第一案，陈委员超明等四人提案，要求内政部于一周内向本院内政委员会提出协助台北市政府安心住宅计划书面报告，并公布于内政部网站，供全民知悉。委员黄昭顺等四人临时提案第二案，内政部应会同法务部积极检讨远景执行技巧、法令权限含远景执行公务实之阻却违法事由程序规定，书面报告应于一个月内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另内政部应针对第一线执行远景全面配发随身微型录影设备，必力确实收证，以备诉讼能举证自保。委员黄昭顺等五人临时提案第二案，政府应对政治性集会游行建立明确之规范，并检讨集会游行相关法规命令与行政程序。内政部应于一周内将书面报告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必力集会游行保障法草案修法协商实施参考。委员黄昭顺等五人临时提案第三案，内政部应于重大政治性集会游行前积极宣导，请民众提早因应外，配合我国讯息传播个人化之趋势，建请内政部会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研议以行动通信系统的细胞广播服务，于集会游行前经由业者行动宽频系统在相关区域内的基地台以广播方式传送提醒讯息，请未参与集会游行民众主动避开，以减少远景勤务压力及民众受到集会游行之影响。委员黄昭顺等五人临时提案第三案，内政部应于三个月内提出社会住宅及住宅法整体行动方案，方案出炉后应主动上网公开规划为社会住宅之预定用地，必力加速政府与当地民居民沟通，落实成为一个最重视与民众沟通与打破黑箱之政府。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意见，我们那个单位可不可以提一下，对第一个案是不是请委员，就是说本来是一周嘛，那是不是改为一个月的？第一案就是那个提那个，对，陈昭明委员提的提案那个案，是不是？请你们赶快拿出来，我们就不拿出来。是，抱歉抱歉，好吧。行政署都给了，行政署都给了。只有时间而已的。我们从早上是，我一直从中，那主席，因为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应该是针对，应该柯市长跟这个林权院长见面哈，那他们在会议里面谈的事情啊，那虽然我具体内容我虽然也不知道，但是毕竟是中央跟地方政府合作，共同为了这个台北市的发展啊在进行，啊，那这样的案提这样的案太针对性了，啊，其实我觉得哈。各县市政府都可以跟安排跟林权院长见面，好像那个
像金门县长刚刚郑吴兄刚刚提那个，哎，他应给大家安排，大家好好来促成，哦，各种的目标的完成。但是这种目标有必要说我们提一个案说我们担心他是黑箱作业，然后全民资产私相授受，没有必要嘛？未来你苗栗县政府跟云泉院长见面，我们也不会这样看待嘛？我们会觉得，我们也会觉得说，你们应该是都秉着对这个土地、对这个人民的热爱，哦，去建设它。去建设苗栗嘛，去建设金门嘛，所以 不必要这样子嘛，哦，不必要这样啊，哦，我觉得哈，哦，那个这样子好不好？这没有必要提这样的案子了。我们把那几个字哈，把它修掉了，好不好？为何独后台北市到那个恐有将全民资产私相授受这个地方把它拿开了？因为其实你也在高雄服务过啊，高雄嘛做想要这样，啊，高雄不是啦，我讲哈，咱把这拿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把它拿掉，就不是那个黑箱作业。哎，不要这样！台北现在的台北市长跟我也不同党的啦。好，没有，因为我也不是为了什么，我是觉得说哈，各个高雄也可以啊，高雄也可以跟我们在场各位委员来自不同地方，都可以跟这个院长见面啊。哦，搞不好我们建议林泉院长以后见面的时候，你们各地方的委员都应该在场。好像我不在场，我也有点恐慌啊。但是不应该拿这个针对台北市说你要这个专案要报告什么受黑箱私那个什么私相授受啊，还有你连独后台北市也没必要嘛，因为台北市是这个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嘛。好，医生。那个，诶，委婉安尼啦，这样子处理好不好？我先讲了，啊，去大家啦，我意见再去讲好不好？张委员，哎，我先念完好不好？把那个新政府仅上任十天，一直到私相授受之前这一段把它拿掉，那其实就大家都照顾得到，好不好？啊，修建就是二周嘛，两周嘛，对不对？我建议哦，上面全部划掉，就未建立全台适用之公开透明原则，这样也不必去提台北市啦。啊，我以后还有一个苗栗县，还有我们嘉义市。好了好了，那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好，该你问那个恁边的李委员呐，嘿呀，好好。那第二案有没有意见？有意见。第二案说有意见是改成三个月嘛，哈，对不对？那个有啦，就是那个桃园警察2-1那个案啊，你们都没有发吗？那个书面报告三个月内，一个月那个警政署希望改成三个月，各位，哎，他希望三个月，那各位有没有意见？你们还是有意见，是哪里有意见？内政部应针对第一线执勤员警全面配发随身型微型录影设备，那是牵涉预算啊，今年预算提出来再说啊，不会用临时提案来处理啊。我们写这样子好不好？建请内政部，好不好？啊，好不好？那就是书面报告于三个月内，然后建请内政部去处理，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修正通过哈，来再来一个案，来第三案就是3-1啦，3-1那个内政部希望改成尽快，本来是一周，他不改成尽快提书面对，那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然后再来，第4-1第四案，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有意见。什么意见？有关机会由新报，我们现在内政委员会正在讨论，而且内政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内政部都在场，所以应该用机会由新报讨论的时候去处理，不是用临时提案处理。谢谢。啊？那是3-1。机会由新报已经审出去了。刚前面那个。还没有送出去吗？内委会现在不是在协商吗？内委会出门了。出门了，已经送去协商了。出门了，已经出门了。就协商。对啊，那个署长也说出去了，的确已经出去了。对啊，那出去我们就把他对啊，好，那协商，所以我们用临时提案不影响嘛，好，好不好？
我们就建请他们怎么样吧。好好。好，建请了哈，好，就建请，改成建请嘛哈，好。对啊，好，所以这个要提案没有意见了哈。然后五之一，次长的那个八年新建20万户的，没有意见哈，我们就通过哈。好，那就没有提案了嘛，好好。来，再来，你想不想？那我们今天的议事就处理完毕，我们散会哈，谢谢。你那个红十字会嘿吼，我感觉你爱用点啊精神啦，你莫甲不管吼人。我是拢就事论事。因为咱真简单嘛，你遐才要表决，应该。我就迄个吼，迄个不是，因为我都会，因为那个是要真的要维持，那个是好东西。对，那是好东西嘛，所以你们有问题我们来改。对啦，我就是意思说哈，我们去修法，帝王条款。阿爷嘛不是讲吼，我们要跟银库林嘛不是讲经营要退，因为不是啦，因要退。一部分吼，一部分我。我讲啊，足清楚啦。好，公听会时，我请你个。